行嘞，请坐。啊，咱所有同心哈，各位同心，大家安怎哈？各位同心，大家高赞，六个暑假哈。咱接下来这两点钟呢，咱要来讲这个咱台湾的这个教育改革哈，特别是这个教育台湾化。那未来咱台湾的教育呢，要咱来做哈。咱伫遮呢，咱来提出一寡初步咱的一个规划哈。当然咱在座嘛有真侪有关教育遮先进哈，未来咱需要运用各位的才能呢，协助咱台湾政府呢，会当把这个教育这部分做较好势哈。即要讲咱台湾的教育进程呢，拄啊好，我想咱嘛爱先了解咱一个隔壁厝边啊哈。即、这个越南哈，因的即个近代的一寡，甲咱台湾靠一寡关系历史，即拄好嘛，为因即个例会当互咱知影讲吼，教育的重要。咱知影，咱过去即六十几年来呢，受着即个中华民国外来统治的关系，咱的子孙、咱的世世呢，的即个教育基本上拢是中国式的教育，毋是台湾的教育啦。所以呢，明明是台湾囡仔呢，啊，毋过教出来呢，拢真侪拢变作中国囡仔。即种经验呢，全世界毋是干咱有尔。咱的隔壁厝边越南，伊嘛有深刻的即个经验吼。过去迄个伊嘛捌互中国统治过真久的时间，甚至到近代呢，嘛差一点啊，变作中华民国的一个越南省啦。所以即段呢，咱等下呢。来补充一下，凡是有的同心可能过去若参加初级班，有当时可能冇听过哈，应该有的人冇听过哈，若听过请举手一下，敢有同心已经听过？几位啦哈，可能有的哈，有几位有听过，有的冇听过，冇紧。这部分呢，咱会用正十分钟的时间呢，来小讲一下。讲这个目的就是要咱了解讲，咱的教育台湾化的重要，教育台湾化的重要。咱未来台湾的教育要安怎行会较好势？咱来提出咱的一寡初步的规划哈。咱要讲到这个越南这部分哈，我想哈，近代呢，同款偏偏受到中国欺负的，除了咱台湾，过来是越南，包括韩国早前嘛是啊，朝鲜早前嘛是哈，还有东南亚真侪国家嘛是哈。其中的这个越南呢，算是伊的经验上侪哈，伊的对抗中国的这个经验是上侪哈。咱知影。在这个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进程哈，这个越南呢，伊的领导者叫做胡志明哈，我想真侪人可能嘛捌听过，等于是越南的国父啦，伊拢叫做白虎哈。这个胡志明呢，伊真早就听到风声啦哈，伊听到风声讲吼，这个若战争结束了呢。越南呢，有可能会向拆做南北越两边，然后北边呢，有可能交予即个蒋介石来占领，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吼。所以伊就真要意啊，伊就伫准备啊，吼，伊在准备即个武装起义啦，吼。所以当日本天皇真正宣布革命，宣布即个投降的时阵呢，伊就伫即个越南全国发动八月革命，八月革命啊。这个八月革命就是为8月16日开始呢，短短两礼拜之间，伊伫越南的大小城市发动起义，然后成功这个尾啊呢，伊随宣布伫这个8月16日就随宣布成立越南临时政府。过来八月革命成功了呢，9月初二，伊就阁随宣布越南这个民主共和国独立哈，宣布越南独立就好啊。为什么伊骹手会这么紧呢？因为真正吼，就是这个，咱知影这个，咱若讲到咱这个战后吼，台湾的这个历史的时阵呢，我想包括咱秘书长，也是讲咱过去上初级，也是讲蒋介石的认识呢，咱就知影。迄当时麦克阿瑟伊发布这个第一号的命令，伊要求蒋介石代表联军来台湾，以及去北越接受日本军的投降。但是呢，现出过去呢，通常伫台湾这边拢敢讲到，爱着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投降俩，拢无去讲到北越。但是伊真正完整了去看伊原稿，
吼，伊原个英文版的，伊是除了接受台湾之外呢，佮北越南北平北纬16度以上的，即日本军的导航嘛是爱向即个蒋介石迄边吼，因为伊代表联军啊，爱向伊遐来导航吼。啊，所以呢，即胡志明呢，正赶紧着要，伊着发动即八月革命吼，啊，然后随成立即个越南临时政府，佮来随宣布越南独立。啊，各位咱家想看，为啥伊骹手要遮紧？啊，伊迄当时八月吼发动八月起义啊，八月革命呢，诶，伊着随宣布组成越南临时政府。啊，请问越南临时政府的角色着亲像啥？越南临时政府的角色是啥？换一个角度着亲像台湾政府啊，亲像台湾民政府同款的意思嘛。哦，啊，迄当时伊着赶，所以恁各位恁若有机会去越南佚佗，咱在座同心甲人去过越南佚佗的，你敢有注意甲看吼？越南的大城市一定有一条路叫做八月革命大道、八月革命大道。若有机会恁若去注意甲看，一定有一条路叫八月革命大道。迄条八月革命大道吼，越南话叫甲望唐潭啦，甲望就是革命，唐潭就是八月吼。八月革命大道就是咧纪念这件代志。1945年八月十五，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因发动起义去接收遮迄个大小城市，啊，为啥伊要发动？因为1945年甲1940年迄五党当中呢，越南是啥？是日本帝国甲法国共同治理啦。所以迄当时伫越南嘛，足侪日本军的啊，啊嘛有一挂法国兵啊，啊，因为早前呢，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的殖民地哈，所以呢，伊就发动八月革命，当然伊就安怎？去接收遐个，用咱即摆角度来讲，着警察局啊，迄个占领嘛，啊，迄个摕遐武器啊，伊通好通武器来对抗着着吼。所以呢，咱即摆看了，这是即个越南的地图吼，一点一点红色的，这就是迄当时八月革命成功吼，占领起来遐大小城市，等于说全越南拢要占起来吼。啊，所以就是因为啊，这地图就是迄当时呢，真正吼。九月初二，马加索就真正就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蒋介石去灭越南嘛呢。啊，蒋介石派偌济兵？派20万的军队，这是根据越南迄边的统计啦，哈、啊，因的正式的，因的教科书就安尼写，20万，哈、啊，由这个罗汉带领，为云南，啊，分做几啊路，哈、啊，像这伊这路线画出来，这个图这是越南的这个博物馆迄边提供的哈。啊吼、哦，北平的话，即拢为军来方向进入即个越南吼、哦。啊，像这呢，就是迄当时的相片。吼、哦，迄当时的即、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呢，吼、哦，伫遐阅兵吼，伫遐集结伫海防的话，后壁佫有因的孙文的即个相片吼、哦。啊，这是因的军队呢要进入即个河内。啊，咱即摆看的这个、军队看起来还佫还会看一下，但是呢，迄是安怎哩？咋？因为伊翕相拢嘛翕起较水个，各位唔通过头相信相片，相片有当时啊拢是选择过个啦，所以伊翕到即拢是看起来，佮还佮有成平啊形啦。但是根据我采访个，迄越南采访个吼，迄个较庄较山区个吼，因为咱拄着看伊个军队是分几啊路翕个嘛。我问过迄个较庄开，伊讲吼，哎，迄国民党兵啊都落怂落怂啊，吼，敢若做工啊做田人个，啊都排迄。排钉鞋啊啦，嘛是同款，都甲以前来台湾的遐同款啦。哦，就是无成一个兵啊啦，无成一个正规兵啦。哦，啊，这是因的部队呢，伫海防，吼、哦，伫越南的一个海港。哦，啊，这个相片，这是啥物人呢？中央这是胡志明，啊、哦，越南的国父胡志明。哦，啊，边啊，这个像呢，何应钦嘛，哈、哦，蒋介石佮派何应钦到越南。去代表蒋介石去那边接受日本的投降了、哦、所以这是啊，这是伫越南，吼、哦，这嘛，这相片嘛是越南提供的吼、哦。啊，南平呢，越南南平是由这个英国的军队来占领吼、哦。啊，这是这个嘛是因那边博物馆提供的，这是迄当时越南的这个游击队，越南游击队，因做迄个通报器啊，用竹竿来做的通报器。要通报讲吼，啊，蒋介石的军队已经走到倒位啊，吼、哦，已经走去到倒位，因的这个通报器吼、哦，啊，
啊，这个各位咱个想看嘛呢？怎解这二十万的军队迄边发生啥物代志？咱个想就好。当初是国民党拄来台湾要接收是嘛派真清人尔呢？啊，拄开始嘛是咧接收人员无偌济人呢，但是就引起民怨啊。哦，引起民怨了呢，后来伊阁加派啊一寡兵啊，几若万的兵啊来镇压台湾人哦。啊，遐加加嘛无几万人呢，伊遐兵啊嘛无几万，但是伊迄边越南是二十万呢。二十万的大军啊，算袂少啊！二十万的人，啊，迄边发生啥物代志？各位，咱个想看卖咧，有可能发生啥物代志？非常严重的代志。嘿，伊只二十万的军队迄边，当然蒋介石伊就借口啊，伊就讲吼，胡志明啊，我这个二十万的军队迄边，因只兵啊，唔是数空气对话呢，只个人爱食爱啉呢。哦，嘛爱困呢，爱用呢，啊，这物件要对来，伊这穿的、用的物件要遐资源要对来，当然你越南爱买单呐，你也交出来啊，哦，啊，越南要交爱交偌济，当然唔是干呐讲这二十万人有够用就好啊，多多预算嘛，愈济愈好啊，哦，为什么要愈济愈好？因为伊要甲这资源呢，要运转去中国，通个拍内战呐，啊，迄当时1945年到1949年，因着国共内战呢，吼、哦，因中国咧拍内战呢，吼、哦，啊，国民党需要有只即个军粮啦，有只资源啦，伊只当饲伊遐几百万的兵啊呢，吼、哦，所以同款的道理，你看国民党来甲中国党啊，吼、哦，来甲台湾的时阵，你也看，伊是毋是嘛为咱台湾摕足侪资源去？过去咱台湾物产足丰富的呢，迄米拢有够食的呢，拢有够通用的呢。结果迄阵咱拢无够通食，拢着食啥？食番薯签啦，对无？啊、哦，我较早嘛定听阮阿公阿嬷咧讲咧，哦，啊，遐中国党中国人来了，煞汹汹，咱都无物件通食咧，哦，啊是安怎资源也无够，拢要运去中国去啊，所以尾啊形成咱是通货膨胀，哦，迄当时讲旧台票换新台票，我讲40,000换10,000，等于40,000换1元。等于是40,000倍通货膨胀呢，哈、哦！啊，40,000倍迄外恐怖啊呢！各位，咱即卖食一个便当啦，讲50块啦，吼、哦！伊若讲40,000倍，就变啊呢，一个便当变200万呢，一个便当变200万呢，你买得起吗？你敢买起？你厝卖煞单买无一两粒的便当呢，吼、哦！啊，就是因为迄当时台湾的资源迄个退去啊。同样的道理也发生在越南，同样发生在越南啦。伊去嘛是讲，你物件摕出来，交出来啊。啊，越南迄当时家己无武装的力量，伊拢是干游击队呢，伊无正规军呐，吼、哦，伊迄当时都还无咧。啊，伊无安怎，无法度啊，你嘛只好扩大号案呐，啊，物件交出来啊，无要安怎。啊，问题迄当时吼，越南拄好战争结束。啊，拄好连年饥荒，几若冬拢收成无好，饥荒啦，农作物的收成无好，就是因本身就已经欠农作物啦，收成无够啊，但是还佫应付互你蒋介石啊，哦，所以只好嘛是无多啊，嘛是物件摕互你啊，胡志明嘛是要求越南人讲啊，越南人民你也家己的这物件摕出来，交出来，互这个蒋介石因啊，吼、哦，所以因为安尼，你把物件交出来了，就无。物件通好食，所以无物件食啦，枵死啊！所以呢，你啊看，咱即摆看这相片，这就是迄当时呢，真侪越南人枵死啊，画就是路人呢，已经枵到半死，强要死去的相片。啊，这嘛是越南迄边提供的哦。迄当时枵死偌济人呢？根据越南遐统计，200万人啊，200万人间接因为蒋介石的巧取豪夺，造成没有食物可吃，200万人饿死啊！200万人夭死啊！哦，安尼看，像这呢，这是越南的农民，因为庄稼无物件通食，粮食拢交出来嘛，所以单集体去鸡仔路做乞食，乞仔共分就对啦。哦，这相片，啊，这呢，有夭死的，夭死伫路边，啊，较好的有人甲收尸囥伫车顶头，准备要摕去抬啊。啊，若较歹的踮路边，夭死了单捡做伙。吼、哦，敢若游泳公共款吼，那个拢捡捡做剩骨头啊，烂去了剩骨头，200万人嘞，咱其实别讲死亡几万人啊吼、哦，嘿，
伊两百万人是等于咱的几十倍了，吼、哦。啊，所以你啊想，你若是黑志明，你要安怎？哦，啊，过来，毋那安尼尔咧，毋那两百万人夭死呢？不止这样呢，蒋介石佫介入越南的内政。伊讲吼，啊，你胡志明佫巧呢，你佫会向唐和接近的佮成立越南临时政府，佮佮宣布越南独立。你害我中华民国都无机会呢。伊本来蒋介石想讲吼，啊，我若来，我就佮你收起来，讲吼，自古以来越南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哦，啊，中华民国除了有台湾，还有一个越南省呢。本来伊的算盘是安尼叠的呢，啊，结果伊的算盘，迄个胡志明佮讲破的，嘿，迄个破功去啊，啊，你骹手佫遮紧啊，随做越南临时政府，佫随宣布独立，煞计无袂成啦。啊，是安怎胡志明遮巧，知无？这嘛佫一个小插曲啦，哈、哦。因为过去呢，胡志明捌迄个蒋介石佮关过，关差一冬啊。被关过，被蒋介石关过哈。因为呢，差不多是搁较早前几年的时阵呢，咱知影胡志明呢，因为伊要革命嘛，伊要推翻法国的殖民统治，所以呢，伊去欧洲，甚至去即个亚洲各国哈，包括去中国去寻求国际友人的支持啦，国际友人的支持啦。所以呢，伊前几年嘛去中国，希望即个中国的遐朋友呢、友人呢，吼、哦，会当来斗相共，包括国民党、包括共产党，会当来支援越南，协助越南脱离即个法国的殖民，会当来独立吼、哦。啊，有一届伊就去到广西，翕的时阵，迄个国民党会甲掠起来，因为国民党怀疑讲吼，啊，你这个人真奇怪，你这個人可能是共产党的 spy 咧，因为迄当时已经国共内战已经啊真严重啊吼、哦，所以因感觉讲你这可能共产党的，所以甲掠起来，铐起来，铐起来关伫广西。啊，关几啊日吼，啊，合起来一冬左右吼。啊，伊封关的时阵呢，伊有写真有名的日记，叫做《狱中日记》《狱中日记》啊。所以胡志明上有名即、這个《狱中日记》，就是迄个中国国民党甲关的时阵所写的啊。哦，啊，非常有名吼。伊这日记嘛，翻作足侪种外文，哦，都世界出发行过吼。啊，因为伊就是对中国吃过中国的亏啦，所以伊对中国共产党，包括中国国民党呢。拢真了解，啊、哦，所以伊了解着讲啊，这蒋介石吼派兵来越南吼，无啥物好个啦，绝对是要霸占越南个啦。因为历史上就是安尼嘛，为中国甲越南个即个历史上几千年来、两千年来拢是安，中国若较强有机会吼，就要霸占越南嘛。哦，啊越南若较强，就去甲中国拍转去；啊若较弱，就去用占去。安尼历史上拢差不多是安尼吼。啊，所以呢，胡志明。这个虽然成立临时政府宣布越南独立了呢，啊，这个啊蒋介石呢，大家讲吼，安尼啦，既然你都青米煮正饭啊吼，无安尼啦，你让出来，你的副主席、你的国会议员、你的内阁让一半出来，啊，要让啥？让给越南国民党啊。所以蒋介石因伫越南嘛扶持一个越南国民党呢。所以国民党后盖袂使甲简称叫国民党，爱叫中国国民党，因为佫另外一个是越南国民党。咱若敢讲国民党，咱毋知到底对一个。所以当时蒋介石因嘛伫越南扶持一方，支持较亲中的遐越南人了，对啊。哦，啊，所以包括像讲，伊个要求讲，安尼啦，无你做国家主席是你胡志明做，无安尼副主席让出来，让上一个叫黄海神的越南人阮海成，阮海成即个呢？算是越干啦吼，伊呢参加即个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啦吼，啊嘛娶一个中国某，吼啊尾也是流亡去中国，毋敢转去越南啦，吼、啊，就是当越南尾后来真正独立了，伊毋敢转去啊。伊就讲吼，无安尼，你副主席还有即个人，因迄拢是国民党栽培，就是迄个蒋介石栽培的人啊。啊，过来讲吼，你的议员、国会议员莫让出来，一寡私事出来，等于伊要利用遮亲中的遐越南人呢，来控制。胡志明因组成的迄个越南政府就对啊，伊用安尼要甲伊介入内政哦。啊，你若想安尼，有严重啊无？啊，等于你变成人个咖喱昂啊呢，变成人个咖喱政权呢，啊、哦，傀儡政权呢，啊、哦，所以徛在胡志明个眼中讲，啊，你这个人，你也要摕我个资源，啊，要介入我个内政，啊，我早晚越南就变你中国中华民国个啊嘞，
所以想想讲咧袂通，安尼袂使，啊若袂使，无要安怎？所以呢，伊就想到一步吼，伊就想到一个步数呢，嘿，伊利用嘿法国的力量啦，就是讲吼，伊感觉讲要独立，敢若靠家己的力量吼困难啦。伊迄当时敢有啥物武器？无啊，足有限的啊。敢若游击队抢到遐武器，结果是枪啦，细大炮呢，也无啥物大武器啦。你要哪对抗中国20万的军队，甚至要哪对抗其他的这些外来的这些侵略，真困难。所以就感觉讲吼，要独立嘛是要靠外国的协助啦，爱利用外国的矛盾，利用外国人的矛盾呢。所以呢，伊就抓到法国人的心理，因为迄当时呢，法国人足希望讲吼，啊，就当着战争结束啊，希望越南会当阁变作法国的殖民地。希望法国人继续回来统治越南，所以呢，胡志明就利用这个心理，法国人的心理，他就私底下去找法国人讲条件。啊，他讲什么条件？胡志明就跟法国人讲，讲安尼啦，你咱来条件交换啦，你来当帮我把蒋介石赶走去，我越南呢愿意加入法国联邦。成做法国联邦的一份子，嘛欢迎你法国人继续回来统治。哦，你的军队会当取代蒋介石的军队，但是你军队袂使20万伤济，你干当1500，哎，15000下就好，较少的。哦，啊，但是我越南呢，嘛爱有家己的军队，啊、哦，我有驻地，啊、哦，驻地的政府，等于去谈条件就对了。啊，这个法国人就中计啊，然后又讲，哎，嘛袂歹呢，吼，我当阁回来统治越南，哦。所以呢，法国伊就阁派代表去甲蒋介石讲条件，伊就甲蒋介石讲吼，你若愿意退出越南吼，啊认真讲啊，你本来就应该离开越南的啊，因为你会当来越南，你的任务只不过是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嘛，啊日本军投降结束啊，你的任务结束啊，你本来就要走啊，啊你若欢欢喜喜、心甘情愿走，安尼我阁加送你一个礼物，就是过去呢。中华民国甲法国遐一寡无平等的条约，遐一寡啥物租借有诶无诶，无平等的做法，我拢夫妇诶准拄煞行李啦。哦，啊蒋介石讲，安尼嘛袂歹呢。哦，伊嘛讲，嘛袂歹呢。哦，遐物件咱退转啊，过来，伊嘛有民主呢。哦，以后甲伫历史上会当讲好，伊是民族英雄。所以你啊看，咱过去读国民党。荷兰的历史，伊是毋是拢讲吼？吼、哦，第二次世界战后吼，蒋、哦、介石外安怎外厉害？哦，啊，着甲以前个足济无平等个遐个，甲外国人无平等个遐条约啦，遐做法，全拢呼呼掉去。其实是安尼来啊，啊、哦，啊，所以蒋介石嘛讲，安尼嘛好咧，哦，你法国无安尼啦，我越南让予你，啊，我遐20万个军队，反正我该摕拢摕甲差不多啊，啊，内底遐内阁国会议员我嘛安插甲差不多啊。我越南人拢叫安插，亲中的越南人拢安插好势啊！哦，啊，即摆我需要军队转去拍内战，所以呢，尾啊，伊才同意讲好安尼，我撤退，为越南撤退。所以蒋介石个部队呢，才为1946年越南夏天才开始撤退啊、哦。所以呢，咱即摆看即个相片呢，即嘛是越南迄边提供的一个相片哈、哦，就是胡志明甲法国个代表。1946年3月7日签订一个叫做六三协定啦，就是咱拄则讲的遐个协定，甲法国人的私底下协定，因签约的相片啊，所以这拢唔是黑白贴的，这是真正事实有影啊。包括这呢，越南历史教科书嘛拢有写，大多数拢有写啊。当然画一寡，这个是根据我去电影访问来结果哈，但是大多数呢，伫越南的这个历史教科书内底拢有写着啊。咱即摆看，这是即个越南的高中的历史教科书第12册，吼、哦，大概差不多高3啦，啊、哦，啊、哦，伊即个历史教，因的历史叫做历史，啊、哦，发音甲咱台语足共的，啊、哦，历史就是历史，啊、哦，啊，即吼你看第3章中巴就是第3章，吼、哦，1945年到1946年，迄当时的越南的局势是安怎，吼、哦，伊叫写的吼，北纬16度以上。蒋介石派20万的军队去接收，这是越南的教科书上写的。
所以你若外南人啊，若读到高中读完的吼，一定拢知影这件代志啊，啊，侪少拢知影这件代志。所以伫外南人印象中呢，中国国民党甲蒋介石是好人啊，歹人，当然嘛歹人。吼、哦，伫因的印象中，迄歹人呢，暗算要霸占外南，啊，佮甲因的国父胡志明甲关伫。关伫广西关一冬嘞，迄关迄一冬哦，强要死呢。关甲三基落去，佮化冻病呢。好佮再尾也有佮放出来，啊，若无放出来，胡志明才有死啊。啊，胡志明人个死吼，改变越南近代历史，保证越南近代就迄个中华民国体系啊，真有可能是安尼。所以迄当时好佮再胡志明，啊，咱台湾可惜咧，都无一个胡志明啊。咱敢有春娇佮志明啊，无胡志明啊，足可惜个，真正。哦，咱若有一个胡志明的时阵哦，你也看，咱迄当时1945年，咱阁戆戆啊，咱阁还傻傻的吼，阁、哦、想讲这祖国倒来啊，讨厌咧祖国，迄就是咱迄当时台湾人的中国经验无够，那时候台湾人的中国经验不够啦，迄个中国人拼去啊，迄个骗去啦，无了解到中国人的真面目啦，才会吼中国国民党才会中国人来甲台湾，才甲咱亲门打虎啦。但是咱越南呢，胡志明因遮不只是胡志明，因真侪因遐越南遐革命分子，伊对中国太了解。因为迄当时呢，平中国也好，越南也好吼，拢是伫帝国主义之下的受欺负的民族，所以因拢互相的联系啦。包括朝鲜嘛是同款，因拢互相联系、互相支援。因拢会感觉讲，啊，咱得互相斗相共啊。譬如讲，越南得协助中国，啊，中国得合作越南。互相拢有即种个，啊，即其实是已经足久长，着拢有即个情形。包括伫即个晚清末年，包括真侪遐革命家、中国革命家吼、哦，要推翻晚清遐，因嘛拢甲越南有来联系啊，包括甲朝鲜嘛有联系啊。你像讲即个孙文就好啊，吼、哦，孙文去越南嘛去差不多6届呢，前前后伫遐待嘛差不多要1冬呢，啊，有几若届进前咱读即个中国历史拢讲下，因为啥物？10几届起义嘛吼，几若届拢是伫孙文伫越南遐遥控指挥的，因为为啥要秘伫遐？因为迄当时越南是法国统治的啊，晚清袂当去遐掠人啊，啊、哦，所以呢，伊就拢秘伫遐。啊，伊秘的所在，迄我阁去调查过，啊、哦，啊，听讲呢，迄当时哦，即、這个孙文伫遐的时阵呢，嘛阁有一个越南的妻子，哦，越南的女朋友就对了，啊、哦。啊，迄、那个越南的情人，佮帮伊斗无款，因为孙文去，包括去越南、去东南亚、去世界、去华侨的所在，伊也无款嘛。啊，你无款，你若单操一个，你敢有法度无？一定拢得有管道、有熟悉的人，靠法度佮伊斗安排嘛。哦，所以你看，为遮来看，孙文佮越南的关系，比佮台湾的关系佫较深嘞。哦，啊，所以呢，越南对中国做了解，伊知影讲吼，中国人。头壳咧想啥？哦，所以包括呢，即、這个胡志明伊嘛讲过一句著名的话啦。哦，伊讲吼，若要规世人食中国人的屎吼，确实暂时骗法国人的臭屁啦。伊感觉中国人迄是屎啦，啊，但是法国人吼，迄虽然是嘛是外来统治，但是是臭屁尔，屁较臭小块尔，嘿，较无遐严重。啊，即胡志明甲你讲过呢。所以呢，伊即句话真有历史的特色，就是你若知影中越2000年来历史，你就感觉哎，即句话讲了对。哦，好，啊，咱翻头过来讲吼，就讲即、這个咱拄则讲的即个历史，越南的教科书拢有记载，好佳哉越南的教科书有记载，所以越南人、少年人伊会知影即个历史的。但是咱过去咱学的历史，你也看，包括我在内。较早学拢是啥？中国国民党给咱的历史嘛，吼、哦，伊的历史观完全是徛伫中国人角度的啊，佫是徛伫因国民党的角度呢。共产党佫有共产党的角度，吼、哦，啊，中国国民党佫有因家己的角度，完全毋是徛伫咱台湾人角度啊，哦，啊，所以，即、這个越南呢，咱拄仔讲着，1945年9月7日，越南宣布胡志明啦，吼，宣布越南独立了。请问，迄当时有人随佮承认无？无啦，一开始嘛无人敢承认，啊、哦，一直到佮1950年才开始，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呢，迄当时的中国佮苏联第一个承认的啦，所以伊
宣布独立了，爱个五党靠人甲承认呢。而且五党阁是头啊，是因迄几个共产国家甲承认尔呢。则斗陆续开始有人甲承认。但是呢，有人会讲吼，那伊宣布独立，他有啥物路用？问题是，你若无宣布独立，你有机会无？你含机会，人要甲承认机会都无咧。吼、哦，所以呢，这嘛足重要，就是你家己。要独立无？你家己要安怎？你家己命运，你也先讲洪灾嘛。无人是要安怎跟你斗相共。啊，所以你像越南，你看1945年宣布独立，但迄五党呢嘛无人支持啊。但是人就先照咧做啊，开始做。吼、哦，9月7去宣布独立，过来伊9月7-8呢，伊就阁随宣布这个开始推行越南话。甲推行越南罗马字，推行越南语以及越南罗马字，也就是过去法国时代，因爱学法文，啊，互中国统治时代爱学中文，这样呼呼的，汉字甲法文拢无爱用啊，啊、哦，因的正式官方语文改做越南话甲越南罗马字、越南语以及越南罗马字，变做因正式的官方语言。所以你啊看，人宣布独立了，第6天就随宣布啊。伫教育甲伫文化顶头，人就敢安尼做啊！啊，人敢有惊讲，嗯，啊，都也无国家甲承认嘞，无啊，人就是我就照做啊嘛，哦。啊，像这呢，胡志明伊就宣布安尼了，伊就佫开始推动国民教育，啊，全国的即个国民教育啊，无论老的少年的，拢爱开始学罗马字，啊，所以呢，你看，像这伫庄卡，因嘛伫学校嘛开始咧教。啊、哦！啊，甚至像这呢，游击队，因个游击队呢，伫树仔卡穿坑呢，休困的时间嘛伫学，啊、哦，要学家己的爸母话读甲写，哦，人就安尼，人开始伫做，哦。啊，像这部分，啊、哦，人是这种，哈、哦，包括战争的时阵拍游击队，人就安尼做啊。请问，咱在座的同心，你家己会向家己母语会读写？请举手一下，台语也好，客语也好，高山族的语言也好，你懂得自己的母语的读跟写的，啊、哦，咱在座一位尔，啊、哦，当然这不是各位的问题，这个不是各位的罪过，是谁的罪过？中华民国啊，伊造成的嘛，过去的教育，伊无爱让咱知影咱家己历史，无爱让咱知影家己的文化，无爱让咱家己使用家己爸母话，无爱让咱会晓用家己爸母话来读甲写嘛。伊就是要甲咱洗脑，改洗做中国人啊！所以咱在座同心遮济人，结果敢若一位，差一派的人会晓尔。啊，这就是外来通知，伊故意的刁工的，刁工造成的哦。啊，所以咱未来台湾政府的教育政策，就是要予咱台湾人会当受着台湾的教育啦，予咱教育会当真正回归用咱台湾做主体性，哦。啊，这是这个以上，这是越南的例啊。啊，这咱一开始形容者就是讲，咱先看者人外国，为着家己的民族，为着家己的母语文化，人是安尼才认真伫做。咱过去那时候，越南想啊，这个外劳尔嘛啊，但是越南不是干外劳，嘛不是干越籍新娘尔啦啊。虽然因的经济发展可能无咱的好，但是呢。人伫文化、伫即个民族、吼、哦，伫国家的认同顶头了，真济，也是值得咱台湾人来学习的。啊、哦，好，接下来呢，咱特别再来讲，咱未来即个教育，啊、哦，咱即个教育呢，咱讲要做台湾化，教育台湾化，咱的根据是啥？我们的根据在哪里？有啊，咱这是有根据的，是国际上，哦。真肯定的几个宣言啦，吼。第一题，咱来讲这个世界语言权宣言，吼、哦。伫这个1996年呢，伫这个西班牙巴塞隆那遐呢，有来自全世界200+国家，200+这个国际的笔会啦，啊，佮有只 NGO 的组织呢，200+组织呢，伫遐呢，共同来发布一个世界语言权宣言，吼、哦。啊，这个世界语言权宣言内容真济啦，大概意思就讲，每一个人你拢有用母语家己的语言哦。啊，这个语言无论你是人数济少，
你有权利用你这个语言来和你的名来受教育，来做传播，来创作啊，真侪只的这个规范出来啊。啊，过来联合国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呢，伫2000年开始呢，伊嘛将每年的2月21日定做世界母语日，世界母语日。吼、哦，伊就是呼吁世界各国爱甲你家己的母语，尤其遐济濒临危险的遐语言的母语呢，爱甲救倒来。啊，过来伫2001年，伊嘛通过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宣言。啊，这个文化多元性宣言内容嘛是甲这个世界语言宣言差不多吼，同款的精神呐、啊，就是讲你这个族群、你的文化、你的语言，无论强势还是弱势，你拢有受到保护、受到发展的权利啦。啊，你有这，你有这些权利啊，不论你的这个族群的语言的人口呢多还是少啊，你拢有这发展的这个权利。咱举一个例来讲啦，哈，像讲这个世界语言观第27条，伊就讲着哈，伊讲所有的语言社群呢，拢有资格，拢有资格来教育伊的成员，让伊会当得到甲家己的文化传统相关的语言的知识，譬如讲会当做伊社区惯习用语的这个文学甲圣言啊。啊，过来，像讲第28条，伊嘛讲着啊，伊讲吼。所有语言社群呢，拢有资格来教育伊成员，互伊会当彻底了解家己的文化传统，包括历史、地理、文学甲其他的文化标准，甚至会当延伸甲学习其他家己想要愿望了解的文化。所以，咱要教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地理、台湾文学、台湾的文化，这是作史上真正常的代志。但是过去呢，伫中华民国体制之内，即个中国人。拢咧甲咱污名化，拢甲咱讲吼，啊！你这教育台湾话，你就是安怎心胸狭隘啦，心胸狭窄啦，狭隘的地方文化啦，到底是啥物人较狭隘？啊！啊！若学中国历史、学中国文化、学中国语，都拢无心胸狭隘，啊！伊迄敢毋是嘛地方主义？若要认真讲，伊嘛地方主义，伊嘛应该放弃，应该来学英语、学日语较对啊？是安怎？伊若拄到美国人、拄到日本人，就切割。为什么咱台湾人就袂使学家己的历史甲语言文化？所以伊迄就是双重标准啦。但是咱甲看，就联合国，就世界一个潮流是安怎？咱嘛讲啊，认捌家己的文化的传统、历史、地理、语言、文学、文化，这是天经地义，是正史上正常个代志啊，嘛是应该做个代志啊。哪有啥物讲啥物心胸狭隘？各位。这个美国哈佛大学哈，我听这个哈佛大学这个郑教授呢，伊咧讲吼，美国哈佛大学咱知影吼，哈佛伊原底是遐嘛原住民啦，当然后来美国白人啊，佮亚洲人移民去愈来愈侪，所以因当地原住民愈来愈少，差不多剩一趴尔啦，啊，哈佛只剩下大概只有1% 的原住民啊，但是恁知影无？哈佛大学啊，因一冬啊开的甲哈佛伊的遐原住民有关系语言甲文化的课偌济课，恁知无？一冬超300个学分啊！一个大学一冬考开300个学分呢，甲因当地原住民有关系的语言啊、好文化、好相关的课，哈佛超300个学分啊！哈、啊，唔是恁会当上网多去甲查，你啊查 University of Hawaii。哈佛大学你啊查因的课程，你啊看人一个大学就开遐尼侪课程嘞。咱台湾目前你啊看，全台湾的大学合合的，一冬有300个学分甲高山族甲原住民有关系无？无啦。啊有300个学分甲咱台语或者是客语有关系无？嘛无啦。你看有见效无？你看人是安怎来重视呢？过来。几年当前，我有一个纽西兰的朋友，白人朋友吼，咱嘛知影，纽西兰遐嘛毛利人，嘛原住民吼，啊毛利人嘛占的比例嘛无侪呢，即嘛差不多嘛剩下1-2%尔吼。但是呢，我是白人朋友，伊讲吼，伊较早读高中是必修毛利语呢，伊纽西兰的白人，伊爱必修呢，高中爱学毛利人的语言呢，你看人是安尼呢。
是啊，定定国民党拢讲啊，遮个白人帝国主义安怎安怎，迄是十九世纪的代志啊。但是人即卖有反省啊咧，啊，结果干呐国民党、中国拢无咧反省咧。你也看，人一个白人，人高中必修毛利语呢，人能做到安尼咧，啊，所以呢，这就是人即卖国际的潮流。爱尊重遮个无共个文化、无共个语言，特别是遐弱势人，伊个生存权咱来甲保障啊！啊，这嘛是咱未来台湾政府个教育个目标之一啊。基本上，只要你有愿意，家己个母语传承落去，政府国家就爱想办法去找老师去编教材出来。咱袂使讲啊，你这啊，譬如讲祖族个语言啊，剩无几个人。剩无几只猫啊！你讲，剩无几人？你讲说啊！你这无需要教，袂使。只要有一个人想要学，政府就应该想办法去找老师去编教材出来。有人要学，你就要想办法。啊，你若做袂到，你是政府爱共磕头，爱共回信的呢？唔是讲啊，你太咧甲找麻烦，你学这是要学啥？迄观念就爱改变啦。但是现处是伫中华民国下面，咱要甲要求讲吼，我无去教育官，要回。请伊兴咱台湾语文的教育观，包括咱高山族原住民，包括即个客家，包括即个台语的，咱希望爱增加遮个母语教育时阵，伊不爱插你的、哦、所以伊这拢是呐违反着咱联合国也好国际潮流呢，基本上是违反啦。哦，咱搁看世界语言观宣言第29条，哦，伊嘛搁安尼讲吼，伊讲咧。人人拢有资格用家己所住的区域的特定的通行语言来接受教育。咱遮那是客话，较侪人讲客话，客话作为优先的官方语言呐。啊，遮那是台语、泰雅语较侪的部落，咱就优先以泰雅语为部落的官方语言呐。哦，啊，遮那是台语较侪人，当然你就优先用台语。来做官方语言嘛，就是咱个根据无同个地区，会当有无同个官方语言呐。咱也有即个观念，袂当像过去讲独裁啊，全台湾个人拢讲共一种语言就好，无需要安尼啦。哦，其实每一个人伊会当有几啊种语言能力，这是真个事实，即咱等下讲着吼。所以以上呢，这是即、这个咱未来呢，咱教育台湾化哦，咱未来教育改革要根据个。规个即个国际吼诶潮流之下，即个国际诶一个宣言吼。啊，咱即个台湾呢，基本上是一个多语言、多族群、甲多文化诶一个海洋诶国家啦吼。啊，但是过去伫即个中华民国统治之下呢，硬硬去互伊，甲咱变单一咧，要甲咱变作中国化诶一个小岛吼。啊，即个是拢袂使，咱应该恢复着台湾即个多元诶即个面相。啊，好个啊！伊多元的即个面貌出来吼、啊，这是咱未来的一个要做的工课吼。啊，咱拄只讲到呢，讲到遐个宣言，各位咱个想，为什么联合国也好，为什么国际笔会、国际遐 NGO 遐济单位开始注重着即个多元文化的概念？伊原因是安怎？咱个想看卖，有个人是讲，啊，这多元文化甲咱人头上关系，甲咱无地带啊啦。过三顿食好饱就好啊，甲台湾文化敢有关系？有真大个关系哦。伊个即个台湾文化个概念吼，其实是甲即个生物物种个多样性啊，啊，生态多样化有关系啦。物种个多样性吼，啊，即个生态多样化，诶，即个基本个概念是共款个。啊，即个物种的多样化、生物的多样化，还是讲文化，还是讲这个生态多样化的基本的概念是安怎呢？咱用较简单白话来讲啦，哈。譬如讲，咱在座真侪同心，可能拢靠一寡年纪啊，哦，啊，有一寡年纪了，就较会注重着身体的保健，哦，诶，这个健康呢，啊，真侪人会食这个健康食品呢。请问咱遐真侪遮健康食品，无论你是清火油的，还是要清啥物货，请问遐拢啥物做的？足侪拢大自然，吼、哦，动物食物，吼、哦，譬如讲要清火油，吼、哦，为了讲爱食深海鱼油，请问深海鱼油为对来？深海鱼啊来的，吼、哦，啊，为啥物维他命、啥物货、啥物货，
那不是为动物，就是为食物遐提炼来的呢。哦，啊，万一呢？譬如讲啦，吼，有的人讲啊，像这个啊，北极熊啦，吼，北极熊呢，哦，啊，伊若死去，甲咱人有啥物地带？哎，嘛有真大个地带呢。北极熊若死繁殖呢，后一个可能话咱人类会遭遇着问题啊咧。哦，这个咱来用较这个现实的角度来讲对啊。凡是咱某一天发现讲，这个北极熊咧，吼、哦，伊个身体某一个部位会当提炼出啥物致癌的药啊，吼、哦，也是讲治疗艾滋病药啊。但是呢，到到迄天呢，结果北极熊拢死了啊，哇，煞咱还无解药咧，啊、哦，就是真侪只个动物也好，食物也好，那用较现实的角度来讲，伊间接嘛是对咱人拢有好处咧，啊、哦，譬如讲这个。蜂就好了吼，前几年无来讲吼，啊美国遐个蜂呢，蜜蜂呢，蜜蜂呢，汹汹大量消失去，吼、哦，啊，着真侪科学家着真紧张啊呢。各位你来想看嘛呢，咱咧看无上目个蜂啦，一只囝呢吼，一只遐细只，请问蜂甲咱有啥物地带？伊若死了，甲咱有啥物关系无？真大个关系呢，吼、哦，根据咱科学家个统计呢。即、这个咱即摆食的即个农作物啦吼，即个果子啦吼，差不多要到七成八成一半以上呢，拢是透过蜜蜂咧传播花粉的，哦嘿，安尼啊采蜜呢吼，伫遐传播即个花粉呢，哦，啊你若无即个蜜蜂的工作的时阵吼，即个花啦，哦，即个果子啊会凋谢袂呢，无咱就无物件通食呢。你若一半的农作物拢无去了，咱就一半的人要死啊呢。拄只咱讲越南要死200万人，但是你若是全世界农作物一半以上无去，迄要死都毋是200万人呢，迄是几啊十亿人呢。各位，咱在座有人想要第一个向要死的无？无呢。所以你啊看起来迄蜂、迄北极熊、遐动物食物，甲咱都无啥物地带啊。哦，问题是，你若认真咧看是有呢。间接上是跟咱有关系的，所以每一个动物食物拢有伊个功能啊。只是话咱可能你暂时想袂到伊跟咱有啥物关系啦，但是久长来看，其实拢有关系啊。所以咱维持着即个生态多样性，维持着即个生物的多样性，伊重要性就伫遮。文化嘛同款，文化你若单一去了吼，咱思想单一了，咱人就无创造力啦，会影响着咱人，咱人就无创造力啦。今仔咱人有遐侪创造力，因为咱有无共语言，有无共思想观念嘛，所以较多元啊。今仔日，譬如讲啦，今仔若大家拢穿安尼，拢敢穿西装尔啦，安尼敢有水？都无水啊咧！无论行到啥物时阵，大家拢穿西装，无意思嘛。过来，譬如讲像在座同心会人拢想啊，阮逐冬要来出国佚佗，惊大一个。请问，你若去到倒位，拢食同款的物件，穿同款的物件？啊！你敢想要去游览哈？你敢想要去世界佚佗哈？啊！你踮厝就好啊咧，大家食也穿个，用个同拢同款，啊，就无啥物特色啊嘛。哦，所以呢，文化呐单一了呢，迄影响着迄个文化的创造力，最后受害嘛是咱人哦。所以就是即个因果之下呢，联合国唔只个，包括世界文化多元性个宣言，顶顶只个宣言呢，一直在呼吁世界各国哦，爱重视着遮。用要让消灭去的这些语言和文化吼，啊，再来，咱讲好啊，这些宣言，咱要哪个落实？怎么样落实？要哪个落实嘞？吼、哦，咱今麦要讲较具体政策的规划啦吼、哦。咱未来这个教育的这个理念啊、哦，当然咱是无分性别、党派、族群啊、阶级、年龄、岁数吼、宗教。啊，过来增加甲都市的差异，吼、哦，或者是身心发展的差异，吼、哦，这拢袂当成做差别待遇的理由啦。啊、哦，基本上，大家人的受教权应该拢爱得到保障，吼、哦。啊，过来每一个国民呢，应该就伊家己的专长、伊的兴趣呢来发挥啦。哦，袂使讲啊，大家人拢去读大学，啊，大家拢去创啥，无一定是安尼啦。根据你的。兴趣，你的专长去发挥。哦，你若搞做胖的，你若像吴宝春安尼，哎嘛足好个呀、啊。哦，啊你若是手哦，较即个
较幼路的人，你会通去做手工艺品的，迄嘛足重要的啊。哦，啊你若是较贤做抽象思想的物件，你读特学的嘛拢有需要，各行各业拢爱有人去发挥。啊，咱未来教育就是协助每一个人找出家己的兴趣甲家己的专长啊，这非常重要。甲你放伫正确的位，这是咱未来教育应该做的一个目标吼。啊，咱有列做几个较具体的目标吼。第一个就是讲培养着认同台湾，以身为台湾人，以为公营的国民吼。啊，这是过去咱这六十几年来呢，台湾人会当讲是三等的国民呐。哦，会使讲等于是奴才啦，等于是中国人奴才啦。但是咱未来是安怎？爱培养这种做主人的这种心态，新的台湾人认同家己，认同咱台湾哦，以身为台湾人为公民哦，这是咱第一个教育目标哦。过来，咱爱培养着这个国民的这个人民的精神甲素养，通好来传承甲发扬咱台湾的这个包含着咱高山族，包含着客家，包含着这个台语，这个族群的文化哦。过来具备着。培养具备着独立思考、甲民主素养、甲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啊，这嘛真重要。过去呢，中国人来，伊予咱教育是啥？饲猪的教育啦，简单讲，迄饲猪的教育啦。哦，伊予咱食呢，啊，迄食其实嘛是咱家己用出来物件呢。因食剩的较予咱呢，啊，甲咱当作那猪呢，啊，着乖乖听话就好啊咧，啊，顾在尿咧，哦，顾在伊胎咧。哦，啊，咱未来应该要有独立思考，啊，过来民主素养甲法治观念啦，这真重要。你啊看，伫只中国人统治下台湾呢，诶，即马棍啊头的标准呢，啊，你啊看，像最近新闻查甲真侪，包括啥物罗素儒啦，哦，还是讲林益世啦，诶，因只个人奇怪呢，那因只中国党诶吼，犯罪拢无要紧，拢会使交保啦，啊，拢无要紧呢吼。啊，若是无共党诶吼，拢伫遐关啦，啊无就像阿扁安尼啊，就硬要甲关甲起痟啦，啊硬要甲关甲变残废啦。伊迄就是要抬价价高嘛，讲啊恁台湾人若好胆甲挑战我中华民国吼，后加你就像安尼啦，就刁工诶。啊，若要照安尼讲，马英九嘛爱伫遐关呢，伊迄个罪证确凿呢，啊太疑问啦，哈、啊，对无？你话各位同事拢做同感对无？所以伫国中国人统治下。无法治嘛，伊个干呐伫糟蹋人个尔嘛，所以咱未来就是安怎，爱有民主素养甲法治个观念嘛。咱就是标准爱共款，袂当相同标准呐。哦，啊你看国民党安尼，即几年来吼，伫媒体上硬拍，干呐袂说伊外清廉呢。咱台湾人，咱个祖先就甲咱讲啊，即中国人做官哪会清廉吼，食饭拢椒盐啦，吼、哦。因家甘拢食饭拢椒盐，无影啦。哦，伊若清廉，拢食饭椒盐尔啦。对啊，国民党伊财产遐尼济是安来？讲吼，敢若靠迄股票的股仔仔利息，讲到一档29亿啦，一年将近30亿的股票利息啦。咱东西有人遐好个无啊？咱大家财产加加嘛，无伊股票的利息会遐济呢？啊，遐财产为倒来啊？爱清算啊！看当初时接收偌济台湾总督日本留落来遐个财产就好啊，包括伊迄中央迄、那个即、這个进前中国国民党个中央党部啊，较早中央党伫总统府头前迄个中央党部，我印象过真正迄当时伫阮差不多大我读大学差不多20几当前咧，读大学个时阵，迄当时的王建先贱卖。哦，用俗俗啊，就卖予国民党。然后呢，国民党起大楼，起个了呢，就安怎？紧阁卖予张荣发，紧安怎漂白啦，紧脱手啦。迄阵啊，袂输讲吼，迄土匪共手物件紧摕去当闲啊，当个了，反正安就无伊个代志啊。啊，即个国民党呢，吼、哦，伊甲迄当时日本个起个迄栋旧个迄建筑甲拆掉，伊无插讲你这是毋是古迹啊？伊想反正恁台湾人个啊。啊，毋是阮中国人个啊！伊个拆掉起个国民党个大楼啊，起起个再搁去卖人啊！啊，迄个啥物人？王建先呐、啊，迄、那个假姓人呐、啊，迄就伊做个啊！吼、哦，啊，你看即个王建先，你看我
昨看报纸吼，伊搁伫遐咧抱这个马英九呢，我听得真恶心呢。伊讲吼，这个唔知各位有印象诶？讲吼，这个因为最近呢，就是大数如来等等，即个国民党即个马英九边仔诶，即个爱将呢，一个一个拢因为歪哥去用掠着，去用脏着呢。伊竟然讲吼，所以呢，伊建议马英九要继续连任国民党诶党主席啦，安尼较有权力，通来。治理这外国的人，头壳歹呢。伊若愈有关系，愈熬外国身边的人，愈熬加这伊的关系去外国，伊竟然讲这个话呢？你看这个人，假性人呢？哦，可能进前迄个马英九甲批的款哦，所以惊到啊，即摆咧替马英九讲寡好话呢，所以就讲哇，大哥。或者是讲哦，伊调岗要国民党嘛，互国民党倒的嘛，有可能啦吼。伊调岗讲这个话，要互国民党吼，啊倒伫这个马英九的手头，这嘛是有可能啦吼。那总共是安尼时阵吼，安尼咱讲伊性情对啦吼。好，这咱个话题阁讲转来吼，就讲未来呢，咱就是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啦，袂当饲猪的教育啦。伫国民党的教育下，大家拢乖乖听老师讲啥来遵守啥。教科书讲的不一定对的呢，尤其是中国党、中国人写教科书不一定是对的呢，伊咧作一种选择性的历史呢，啊、哦，所以独立思考、民主素养甲法治的观念，这嘛是咱未来教育真重要的一个项目啊。过、哦、来培养着这个尊重文化的差异，甲欣赏文化多样性的海洋国家。啊、哦，过去咱的教育拢是干呐单一的。诶，价值观，单一文化价值观袂使啦。咱的高山族，咱的客家，咱的河洛，咱包括咱这新移民，伊嘛有伊好的一面啊，嘛伊文化诶水的所在啊。咱爱学会晓去欣赏无同的文化的水的所在，啊，这就是文化多样性诶，这个欣赏的价值观吼，这嘛是咱未来应该爱有诶吼。过来。爱有具备着全球的视野，甲关心着全球化议题世界公民的。啊、哦，那过去伫中国人统治下，伊都无爱互咱知影世界生做啥物形咧。安尼开当安那愚民教育啊，互咱做戆人啊，互咱唔知影通好去争取家己的权利啊。啊、哦，所以咱未来爱互咱的囝儿是爱知讲，人世界是安怎，美国是安怎，日本是安怎，欧洲世界各国。无论大细汉，拢爱去了解，咱较知影人全球的趋势是安怎。换较现实的讲法，咱安尼若要赚人的钱嘛，较赚会到。今仔日讲好啦，譬如讲，咱要互你去越南投资做生意，你若对越南无了解，你是要做啥物生意？你要哪掠会到人越南人的心？你物件要哪卖互因？对无？所以呢，了解全球的这个有全球的视野，这。对咱各方面拢有好处啦，哦，啊，再来提升着国民的素质，甲增加着国民的这个竞争力，这嘛是咱的未来目标之一吼。再来注重着这个受教者、受教育的人，伊的个别差异，哦，啊，爱激发着伊的潜能，哦。再来，啊，咱学生的这个人格发展，甲伊的这个体育教育，这嘛是真重要吼。以上这几个，这是咱的。未来一个教育的目标啊，咱较具体要哪达成这个目标啊？咱有列十三点哈，目前咱有初步规划十三点的一个政策的规划哈。首先第一就是爱强化着咱台湾的语文、历史、地理甲文化的国民教育。这部分呢，台湾语文啊，可能因为咱拄只茫茫哈，咱中心内底敢那一位。会晓读甲写尔，大多数啊拢毋捌学过，吼，毋捌学过读甲写。认真讲呢，啊，咱进前啊，各位若上过初级班，我若上过外课，吼，应该就知影讲，百外当前咱台湾就有报纸啊，用台语编的报纸啊，啊，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原住民语啊，其实拢会当写一下。伫台湾历史上拢有遐文献，甚至呢，若就台语来讲呢，咱比中国五四运动搁较早。咱就用台语白话来咧写作，来咧办报纸啊！这百外当前就拢有啊！啊，譬如讲啦，吼，像这个
这是这个原住民哈，十七世纪的时阵就成这个用希腊语的话来咧翻译这个马太福音的圣经哈，啊，过来像这台湾福音教会报，1885年就发行的台湾上早的第一份的报纸，就是用台语的马语写的，啊，过来像这客语的圣经嘛有啊，所以基本上台湾语文读甲写这历史文的拢有，无问题，只是咱过去无机会来受教育尔。所以这部分，咱未来就是要，予咱的台湾的子孙，吼，会向家己的母语读甲写，唔通阁做母语的青面牛啦，哦，这是咱未来真重要的工课吼。好，像这呢，这是这个前几年嘞，台湾文化馆委托我编，吼，甲百外当前的，咱拄则讲的台湾分享教育部，啊，阁相关的遐出版品的。哦，甲经经诶，甲选一寡甲文学靠关系诶，即个文章甲经出来，甲编做一套册。啊，即套咱叫做即个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啦。啊，就是用台语落嘛，伊对出版诶。吼，啊，即个拢百外当前遐作品，咱甲选出来。啊，一套有五本，有散文、诗歌，吼，啊，过来啊剧本，啊，佮翻译诶文学，佮文化论述甲启蒙。各位若趣味，则上网路去查就有哈。因咱时间有限，所以这部咱就无要详细讲哈。啊，所以呢，未来呢，咱有关语文的这个政策这部分，咱有安尼来一个规划啦哈。咱会分作台湾本土语文甲国际语文两大类，哦，就是咱未来这个学生呢，应该往这两方面来修哈。啊，台湾本土的语文呢，咱有。高山族、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的这语言，第一种吼，啊，过来有台湾的这个客语，过来台语，这三项呢，爱经两项，其中一个主修，一个副修。主修当然就是你时间啊较侪啦，吼，譬如讲一礼拜五节，啊，副修就是你时间可能较少，可能较一两节，吼，你咱家己咧调整。啊，这主修、副修是安怎？原则上就是，你若是客人，啊，你若乡音，吼。客人你就优先选合法优先经客语啊，啊，再来你看恁家附近恁的庄头附近是啥物人较侪，啊，你若台语的人较侪，你就选台语做主要语言啊，啊，你若讲台语泰雅族的人较侪，啊，你就选泰雅语啊，哦，啊，你若总讲你是住的像讲台南，比如我来自台南，哦，台南讲台语的较侪啊，啊，我就优先经台语做主要的语言嘛，哦，啊，主要语言要经啥？诶，我若是住伫希腊呀，哦，譬如讲即个神话啦、神话啦，吼、哦，较早希腊呀较侪部落遮呢，诶，我来讲希腊呀的话啊，做厝呀嘛是会使啊，啊是讲我要讲客语嘛是会使啊，你有主修甲副修安尼，诶一个概念吼、哦，啊，过来除了咱台湾本土的语文之外呢，国际语文嘛真重要嘞，哦，咱必修英语啦，吼，英语这是。现阶段本来伫即个时阵就拢有必修啊，所以即较无问题哈。过来另外就是咱那个复修另外一个，哦，啊要复修啥？当然你要日语啦，要华语还是其他语言拢会使。当然咱是建议日语优先啦，哦，日语是优先是会较好势。所以基本上咱合法的呢，本土语言两种，国际语言嘛至少两种，所以变二加二啦，二加二啦，每一个人至少有四种语言的能力。啊，有的人讲哦，啊，我一粒头若变四粒大，哈，放心啦，无可能啦。你的头若变四粒大，我甲你负责医较好，无可能的代志。吼、哦，安怎讲呢？有的人讲哦，安尼造成足大的负担的袂，因为呢，咱正要甲恁讲吼，伫语言学顶头吼，因为我本身是语言学的博士吼，是美国德州大学的语言学博士吼，所以较早我嘛做过即个有关语言学习、语言习得这方面的研究啊。基本上一个人要学四五种语言无问题，重点是伊有环境啊无环境安尼尔。所以你啊看，像我去即个马来西亚做调查啦吼，马来西亚遐华人吼，平均一个人拢会用五六种语言。哦，我去熟悉遐马来西亚遐华人，伊吼英语会晓啦，马来话嘛会晓，因遐马来话是官伊个国语咧。啊，过来福建话嘛会晓，广东话嘛会晓，客话嘛会晓。哦，凊彩就五种啊！哦，啊，所以呢，基本上呢，要会几种无困难，重点是环境。啊，我甲问讲，哎、欸，啊，恁为啥那遮厉害，拢会用遐侪种语言？因为我着环境啊，
哦，比如讲，我有访问过迄个福建人，哦，讲福建话无问题，爸母都会甲教嘛。啊，我啊，你广东话对学诶，啊，广东话因为足侪人嘛拢讲广东话啊，哦，尤其早前诶，香港诶电影拢是广东话嘛，啊，搁来香港诶歌曲嘛足侪拢广东话啊，所以呢，因遐足侪电视嘛有转播广东话节目，所以伊嘛因为看电视着学起来啊，哦，啊，搁来讲啊，你客话是对啥？啊，客我都有客家朋友啊，所以着通客话啊。所以凊彩就五六种语言无问题呢，哦，啊，所以呢，这个伫现实面来讲是无困难啦。啊，咱来讲，那理论上有问题无？嘛无问题，一个人要学四五种无啥物困难。咱简单讲哦，讲这个语言习得的概念。啊，当然这吼一般啦，伫大学吼是爱一学期的课啦，哦，爱一学期较讲完。不哩过吼，因为咱遮同心拢是素质足悬的，所以咱用五分钟。就甲一下记个课，甲浓缩者，讲迄个精华，互各位了解。啊，无话人讲吼，你讲一个人学四五种无问题，迄可能是你凊彩怎怎个啦吼，毋是凊彩怎，是真正有理论个基础个啦吼。咱中途敢有需要休困，各位敢有需要？那无咱就继续讲啦哈。好，话紧，好，咱继续吼。咱先来讲这个语言习得个基本个概念吼，甲这个中世纪美国个一个语言学家叫 Noam Chomsky。哦，真有关系啊！Noam Chomsky 呢是美国差不多60年代、70年代著名的一个语言学家啦。吼，伊算是换一个角度来，就敢若袂输讲爱因斯坦对着物理的贡献安尼。Chomsky 对着近代这个语言学贡献嘛，差不多像爱因斯坦这款的地位就对啦。吼，啊，Chomsky 伊提出一个转语言的转换声团的句法，吼，转换声团句法的概念啦，吼。啥物是转换声团句法的概念呢？咱先来想讲吼，咱过去讲啊，语言学习是安怎学习？你安怎把你的语言学起来？你安怎把你的台语、把你的客语、把你的高山族语言学起来？你过会记一无？若袂记一，迄就是你的母语。啊，若会记一个吼，譬如讲你当初是安怎学英语的，我想在座大多数拢应该拢会记一。会记一，迄一直拢是你后来较大汉了较学的。啊，你若袂记一，啊都会晓的，迄就是你的母语啦。啊，你若想。咱迄当时，咱是安怎把语言学起来？安怎把你的母语学起来？我想大多数人母语拢袂记起啊。无你也想讲，你是安怎教恁的囡仔？真正拢想，啊，就甲因讲一句，伊就对你学一句啊，就模仿啊，吼，囡仔就对你讲啊，哦，安尼就学起来咧。传统上，咱拢用差不多像类似模仿说、模仿说，讲语言就是安尼学起来。但是你也想看嘛，安尼敢有道理？你一生内底，逐句话敢拢你听过，你才会晓讲。有人讲啊，你咱人就哪亲像录音机，啊，听着一句话甲录起来，听着一句话甲录起来，啊，要用的时阵甲试咧，哦，啊，才甲放出来啊。安尼敢有道理？无理啊！这是过去传统的语言学习的想法，拢是安尼。但是呐，确实的，这个语言习得吼，两个一个资讯的角度来讲咧，迄是错误的。安怎讲呢？咱即吼，总是提出即个概念嘛。伊讲吼，咱以即句话来做例啦。伊讲，嘿，好来，嘿。哦，袂歹，咱普通声个鼓励一下，嘿。诶、咱即个东心介厉害吼。即就是咱传统的台语罗马字、白话字啊，叫做白话字。即百外当前。咱台湾上早的报纸就是用这个发行的吼，咱用这句话做例啦吼。啊，你若画这个句法手啊画出来是安尼啦吼。啊，这个阿明伫灶脚偷偷啊食冷机机的鸡鸭饼。你若用过去传统的这种语言学习的概念，讲，哎，你听这句，你甲录起来。啊，那阿辉啊嘞，阿明换做阿辉，换做阿辉啊嘞，啊，你来个听着阿辉啊，伫灶脚食冷机机的鸡鸭饼，这句话就甲录起来。啊，那换做阿文啊嘞，就佮同款，爱佮佮录起来。哦，啊，一句一句，啊，你啊，你袂再去找，安尼是足无效率的呢。而且呢，你若用这种方式，你就感觉讲，哦，啊，你人的头脑就亲像录音带同款，空间有限，容量有限。哦，你就感觉讲，我若带台语的落，就无多佮带客语，就无多佮带英语。问题敢是安尼？总是伊来讲，唔是安尼啦。哦，伊讲咱人唔是安尼记的。哦。伊是安怎呢？咱即摆看即个吼，
伊即个步伐的公式出来了吼，行了吼。比如阿明咧，你只要甲换，哦，你甲替换掉，哦，换做阿花、阿草啊，啥物人，哦，伊就当换变做五句啊嘛吼。啊，过来同款咧，你即灶卡你咪当换，哦，换做会议室、办公室、大厅，哦，树啊卡嘛拢会使咧。你若换安尼拢总前后，哦，只五个，只五个。拢总换十个语数，请问你当换出几句话出来？五乘五变二十五啊！你当排列组合排列组合了，你就变二十五句啊！过来，你若讲这个“蔗”蔗鸡啊饼，你甲换掉啊？譬如讲换做“蒸”，用嘴子底下蒸哦，还是用“熟”哦，还是用“熟”的，还是用“好高”的哦？你会当无同款的形容词啊！所以你看，安尼尔，你就变几种啊？哦，哎，这个走起哦。哦，你若安尼尔，就几种啊？五乘五，搁乘五，有五五二五，就一百二五呢。你才换十五个语数尔，伊排列组合当排换出一百二五句出来。啊，过来，其他饼你也甲换掉，换做肉粽，换做碗粿，换做米粉叉，同款呢？你安尼就偌济种啊？五乘五，搁乘五，搁乘五，拢总六百二五呢。你干那换二十个语数尔，你会当换出六百二十五句出来啊。但是咱语数你会当换偌济？你有可能会当有一千种啊，一万种啊。所以换出来你是无限个呢，无限个语句呢，无限的呢。所以就是伊这个公式，那用这种方式来写，就亲像安尼啦哈。这是 VP， 就是动词输出啦哈。VP 就等于 V， 就是等于 PP、ADV 哈、VNP 等等等。这看有看无，拢无要紧。反正就是用安尼公式呢。所以呢，咱人的头壳是安尼，是记这公式。你要用的时阵呢，甲只这语数甲藏落，甲填落，然后才几句话出来，是安尼啦。所以安尼做效率啦。所以咱人的头壳是分区的欠，一区是咧欠公式。一句是欠语数，一句是欠语音，要用的时阵呢，这个听啊，这个听啊，啊个倒啊，就走出来。所以是做效率的啦，唔是讲像传统，我一句一句，啊那安尼，咱对来讲无限大、无限的遐侪语句，你要录啊，你录一世嘛录袂了，对不？所以为什么咱人的语言呢？是你一生当中讲过的话，无一定是爱逐句拢听过人讲的啊，你家己发都个创造出来。因为你只要这个公式，当然这个公式咱是简化啦吼，咱的公式不计价啦吼，咱是简化用这句话来记的，公式就套成这个公式，所以你的公式甲语数爱套咧套咧套咧造出来，啊，这就敢若袂输以前的数学，吼，迄数学的排列组合甲迄个代数，迄个基本的原理是同款的啦。啊，为什么安尼？因为较早蒋斯基嘛是读不迄个读这个数学出身的啦，所以伊就这个概念出来吼。啊，所以有这个概念出来了呢，伊就推翻出哦，引起真侪个革命性的这个产生啊吼。什么款的革命性的产生呢？譬如讲，咱这样话有当时啊呢，有这个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对不？比如话卡电话去，电脑就会给接听啊。啊，譬如讲你要订班机、要订啥，你甲讲，伊电脑就听有，然后佫甲你回应，类似这种的啊。伊就是拢是安怎，足侪拢是根据蒋介石以后呢，即个人工智慧煞开始有大发展啦，啊，基本的原理是为只开始改变的吼。啊，即卖即个经过即个蒋介石即个即个概念出来咧吼，到达的即语言习得的即个讲法是安尼啦，就讲咱人咧天生就有即个语言的公式伫头壳内啊，咱人出世就有即个语言公式啊，啊，即个公式呢，你得甲用。你甲用，伊就留咧；你若无用，伊就淡掉去。我这嘛足重要观念嘛。咱过去想讲语言学习拢是头壳是空的，啊！你听了一句话，记一句，听了一句话，记一句。但是伊讲迄唔对，拄好倒病。咱人个语言学习是倒病的，是你本来就有这个公式，你若用，伊就留咧；无用就淡掉去。啊！所以呢，这有差别咯。譬如讲哦，你若一出世的时阵呢，你会有台语。有英语、有日语、有客语四种语言的环境的时阵呢，伊四种语言用的这个公式拢留落来，因为是留落来啊，伊毋是另外过去替的啊。咱过去拢想讲是另外去替，所以你得负担嘛。
但是伊是讲，你本来就有啊，你若互伊环境，伊就留落来；，啊，你若无互伊环境，譬如讲你若无互伊越南话环境，伊越南话用会到遐就淡掉，伊就无需要嘛。啊、哦，所以淡掉了，你若等较大汉，你还要来学越南话，当然你就爱搁甲扣倒，扣倒当来对，安那造成负担嘛。啊、哦、啊，所以即、这个你若无用到的公式，伊就会淡掉。啊，你淡掉的公式，若要搁扣倒来，就会造成负担。哦，安尼啊，用咱较大众的讲法，就是愈早学习愈好啦。你若就语言学习的角度，愈早学习，就是伊的公式要袂单调进程呢。你予伊环境，伊自然就足轻松，就学起来。所以你啊看，为啥你的母语、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啊种高山族的语言也好呢？为啥你会感觉足轻松？我着足自然就遐啊。譬如讲，我是出世伫即个台语的家庭，我着足自然就向台语啊。我即嘛毋知影当初是安怎学的。因为你都有遐环境啊，你公式留来，所以拢袂有负担。但是呢，譬如讲我英语是到国中的时候开始学的，哦，我着印象足深的吼、哦。国中时着给他背遐公式，背遐语法，背遐单词，背到足痛苦的咧。哦，哎、啊，就是安怎？因为我已经单调十二冬啊咧，到国一，哦，已经十二岁啊，才开始要学英语，所以你要扣当当然较难啊。啊，你若单调愈久，当然愈困难啊。所以你若一个老岁仔七十几岁啊，靠过来学的时阵，当然相对的会较学啦。啊，你若看伊囡仔学拢足紧的啊，原因就是因为伊的公式还佫低的嘛。所以迄是观念，像咱过去对着语言学习的观念，佮即摆语言学习的观念完全都倒变啊。啊，所以你若有法度少年就互伊遐济环境呢，基本上拢无困难啦。哦，啊，过来就是讲，你若是一出世呢，好有迄个环境，但是中途又转去，吼、哦，啊后来阁要扣转来呢，会较简单。即个啥就是讲，譬如讲即卖真侪人吼，伊、哦、的即个读册进程会讲台语，但是迄个学校开始读册了呢，因为中国化的关系，所以豆豆无爱讲台语啊咧，甲爸爸妈妈、甲阿公阿妈拢开始讲北京话咧，啊、哦，啊尾啊伊台语拢豆豆袂记住，哦。像这种呢，只要伊后来大汉，然后翻头过来，至少还阁会学会转来啊。安尼也是自细汉拢无环境，譬如讲像这个马英九吼，同款呢。哎，啊，伊细汉就无环境呢，等到要选总统的时候，较要骗台湾人，讲我嘛是台湾人，才开始来学，绝对拢有腔口的。啊，你看宋楚瑜嘛同款，啊。因即种诶，拢甲四五十岁要选总统，较来学诶，绝对学袂好势啦，绝对有腔口啦。上届无爱一出世就开始学，对无？嘿，啊，所以做，这就是印证着伊即个伊讲诶吼。但你若是细汉无学，食老较要学，一定是会较困难，而且一定有腔口。但是你若细汉着学，或者是讲你细汉学中途中段是要阁恢复，会较简单。即个咱袂输讲吼。咱甲即个物件咧，啊，咱甲先囥个仓库尔，啊，咱要用，佮佮摕出来，还佮会使。但是你若自细汉拢无学，伊就甲物件等伫粪扫堆啊咧，啊，粪扫堆就车去啊咧，人车走，可能烧掉伊啊，你佮要捡倒来，就真困难哦。啊，所以呢，咱用即个例，哈、啊，这是事实的例，哈、啊，这几十当，这差不多几啊当前，哈、啊，即、这个敢若《中国时报》一报的，哈、啊。那中国联合的款，伊报讲吼，有一个台东吼，有一个卢凯族的少年吼，啊，伊有一天呢，为楼梯顶跌落来啦。啊，即个咱知影，台东卢凯族，台东遐呢，基本上嘛是多语言的啦吼，主要讲卢凯族话嘛，讲台语嘛，讲客语。啊，平时伊台语客语嘛拢听有，啊，但是伊平时拢用卢凯族的话，啊，因为是母语，所以伊较常用卢凯族的话吼。啊，有一届为楼顶跌落来，唔系为楼梯啦吼，伊伫修理电费啊，啥物货？啊，迄个跌来，磕着头啦，磕着头起来了，送伊急救了呢，尾啊，倒来发，卢凯族又袂晓讲啊，怎换讲台语？啊，因厝人讲足奇怪的，你平时喊你讲台语，实在哪即摆拢讲台语，啊，讲卢凯族伊拢听无啊？哦，啊，人咧推测讲，有可能呢，伊摔着吼，磕着头吼，拄啊磕着迄个欠卢凯族的话迄区啦，即甲咱电脑同款吼。迄电脑你也常用电脑，你也讲啥某个磁轨坏掉，所以你欠着迄个磁轨，会自然拢无去啦。我以前嘛，我发生过安尼，
你资料好势，毋是拄欠伫遐，爱甲伊讲齿轨坏掉，你爱档案怎开，都袂用一啦。所以这嘛是印证着讲吼，咱人是辛苦咧欠语言的，爱歹文拄啊哭着伊迄个卢凯族迄区啦，但是伊嘛好佳哉，伊还佫会用台语，所以伊当用台语来讲话啦。所以这嘛是吼，多语言嘛有伊好处就是安尼，万一。万一有一天吼，你若去磕着头，出车祸还是安怎有意外去磕着头吼，你至少够有优美的语言通好用，啊无你变 A 狗，吼啊这是真实，吼这是确实的吼，啊这唔是咱后壁改吼，啊这是学理上是真正是有根据的吼，咱人是分区咧欠遐语言的，所以呢，咱拄只讲遐济，就是要甲各位爱有信心，就是讲，一个人要学四种、五种的语言，无困难啦。啊，而且咱是分主修甲次修，啊，副修就是讲你至少听有，啊，譬如讲你若是讲台语的人，啊，你副修客语，你至少客语听有，啊，伊讲啥你听有安就好，啊，你会当一个用台语甲伊讲，啊，伊就用客语甲你讲，安尼咱沟通就无问题啊，咱就无一定讲在独尊，像即摆独尊北京话，讲大家拢放弃家己母语，啊，拢来学北京话就好，无需要，多语言呢，其实嘛，佫有足侪好处的哈，就包括就讲各方面你的即个思考能力，也是讲你即个反应能力会较好，啊，这拢有也好处哈。所以咱未来咱就是往即个方向哈，咱是多语言的教育政策哈。啊，过来咱拄则讲了台湾的历史地理，这嘛是爱哦。咱未来用台湾做中心，过来日本、美国，再过来大大扩大出世界各国去。啊，中国历史呢？变做世界史之一啦，啊，迄个世界史的其中一部分嘛，就亲像讲咱里面咱卖介绍埃及的文明啊，啊是讲即个罗马帝国即个历世界历史，迄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啊，所以中国史未来是爱变做世界史，袂当成做本国史啊。啊，过来文化的科目嘛同款，文化台湾文化呢，咱优先从台湾原住民从高山族开始介绍，啊，以前应该是咱的主体较对啦。咱来逐渐开始用啊，然后再慢慢的扩大，包括台语族、客家族、日本文化、中国文化，啊，过来中国美国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包括着咱这新移民的，伊这国家，咱嘛是尊重伊，嘛是爱甲介绍吼。啊，当然，咱迄分量的比重的差别啦，咱以台湾的本土优先吼。啊，过来，咱有一寡细节哈，包括譬如咱设立台湾语文的推行委员会。制定语言平等法，等等遮个较细节个部分吼，咱时间有限，咱就无要讲较济吼。过来迄、那个，即部分吼，迄、那个包括着即、這个，咱经过啊来讲吼，即、這个 Purple 咱未来嘛爱废除啦吼，因为 Purple 含中国人真正个中国人都无咧用个。对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无咧用咧，无不嘛敢若中国国民党咧用咧，所以即个咱未来废除吼，咱改用罗马字，罗马字你台语客语原住民拢会通，加足方便咧，无需要佫加浪费迄个无不嘛，所以你啊看，台湾伫教华语的吼，因家己嘛放弃啊咧，伊嘛无用无不嘛咧，因外国人来若要学华语，伊想着讲吼，我着佮为无不学，伊着无爱啊，伊着举手投降啊。所以你看，台湾遐将士怀疑到，家己就放弃波波猫啊，结果硬阁压咱台湾人讲台阁学波波猫，足无理的吼。所以呢，波波猫未来咱会废除吼，改用罗马字吼。过来即个文言文嘛同款，譬如讲像即卖呢，国中、高中的文言文比例太悬了呀。目前呢，高中的文言文比例差不多六七成，伤悬啦，过半以上啊，伤济。各位，对话真正的中国人，因才用偌济比例，恁知无？有人遐通过，因超了用25%尔啦。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才用25%的文言文尔。结果这假白的中国人吼，这中华民国讲要用65%啦，非常恶心的所以呢，咱未来即个文言文这部嘛，拢会降低吼。当然，未来呢，中文嘛，毋是必修的啦，迄是讲，你若迄中文变外语，未来中文拢是外语伫外文学院当作外语来处理。若要学中文的同款你文言文降低啦，
啊，你若要研究文言文，迄是专业上你去做古文的研究。你若是研究学者，你要做古文，迄咱无反对。但是你若一般的老百姓，你无需要用遐济文言文啦。哦，啊，过来未来嘛是无需要遐济中国文学啦。中国文学太泛滥啦，吼、哦，敢若蝗虫过境的，伤济啊啦，吼、哦。未来只中文的拢换去中即、這个外文系，哦，啊，过来中文的数量伤济啦。这部分咱未来爱参考越南、参考韩国吼，因安怎来处理这中文系哦？啊，过来呢，未来的这公务人员呢，哦，这嘛拢应该爱个重新哦，这老师甲公务人员呢，拢爱重新研习甲重新来鉴定啦。唔是讲吼、哦，啊，你摕中华民国迄支老师牌就当继续教，无迄个代志啊。因为咱未来咱的教育方向是无同的。伊较早教历史是教中国史啊，即摆咱是要教台湾史啊。较早教中国地理，咱即摆教台湾地理啊。较早教中国北京话，咱即摆教台湾语文啊。全部拢要重新鉴定啊。若鉴定袂过，请伊倒去食家己哦。安尼各位较有机会啦。啊无真正拢人家霸占掉的呢。所以你啊看，阿扁啊做因中华民国总统八当，到落尾嘛是去互掠去关，无效啊。伊拢毋敢。甲迄当时的中华民国体制甲用个掉啊，拢唔敢做啊，吼、哦，拢同款用遐旧的人就无效啦，拢用同款迄旁人无效啦，所以呢，未来咱这老师啦，这公务员吼，重新来啦，拢会重来，你来考试才考会过，啊、哦，包括台湾的语言、历史、文学、地理等等，才拢爱重新来鉴定，会晓的较会当做啦，啊，若无换人做，吼、哦。真正在座同心足济人，我知影咱嘛真济教育专长的人，也是讲公务员专长的人，真济啦，无欠人才哦。啊，因若无才调，因就卖做哦。啊，无因就咱欢迎因转去中国哦，欢迎转去中国做啦。卖点只，咱台湾话讲的讲死猪定点呢哦。遐也毋转去，啊个硬要点只定即个点，毋知要定啥物货咧哦。所以呢。这是咱未来爱安尼做哈，好啊，过来整顿着大学个台文的相关系数，这嘛是爱哈。目前呢，这个伫阿扁个年代哈，当然伊有功有过啦哈。伫阿扁个年代呢，伊嘛做着较好个啦吼，伊吼一挂台湾相关的科系成立，譬如讲台湾文学系、台湾语文系、台湾历史等等，即个科系在成立哈。但是呢，足可惜个，阿扁会晓生囝，袂晓顾囝。安怎讲呢？就是讲，伊成立遮济，譬如讲，我即摆伫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教册就好啊。但是，即台湾文学系吼，经过当发展吼，拢走前走出去啊。理想是真好，咱也有台湾文学系、台湾语文系、台湾历史系，吼，啊咧教台湾的物件。结果呢，因为伊甲成立了呢，结果拢请啥物人来教，拢请中文系来教。咱台湾嘛咧讲，讲请几提学单啦。搁咧请中文系来咧台文系教，结果全部拢去哦中文化去啊，拢要并吞去啊，教迄套完全拢中国式个啊，完全拢中文的原底迄套啊，颠倒去让好康，让因的即个市场占大，让因势力扩大尔啦。所以呢，咱即摆全台湾的台文系九成以上拢出问题啦。我举一个例就好啊，政治大学伊嘛一个台湾文学所。迄、那个所长是啥人渣？陈方明啦，陈方明啦吼。啊，有个人可能捌哩，有个人可能唔捌啦吼。陈方明，伊讲吼，台湾呢无母语文学啦，啊，台语无法度写作文学啦。吼、哦，伊个意思是讲吼，台湾个文学拢是中国人来创造个，干那华语文学尔啦，无啥物台语文学嘛，无啥物客语文学啦。啊，伊讲吼。台湾啦，大家族群拢坚持用家己的母语吼，安尼无沟通的平台啦。啊，过来伊讲哦，那主张母语文学呢，会窄化台湾文化啦。哦，这个人呢，哦，啊，这几年来，你看伊言论呢，愈行愈歪中国国民党去呢，拢咧替伊讲话，啊，佮讲哦，这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了啦，吼、哦，咱得接受伊啦，讲这五四三，结果因遐呢，因说啦，台湾文学说。开啥物课？千篇一律拢是北京话课啦，啊，拢咧铺义工中啦、白先勇啦、
遮为中国走路来咱台湾的遮中国作家啦，讲吼，迄是台湾文学的诶经典的诶有名的作家啦。你去遮官庙讲啦，迄中国作家，你讲硬要讲，迄是台湾作家呢？人伊讲种白相，就无认为伊是台湾人啊，人认为是中国人呢。结果呢，伊硬要甲咱拗讲吼，台湾文学就是拢像这种人创作的啊。啊，这敢真啊台湾文学所无影啦。所以因迄就是啥国民党的阴谋啦，因利用遮个台文所呢，要来抢迄个解说权啦。伊骗外行的嘛，一般民众伊毋知想，哦，这台文所的哦，这应该是台派的哦。所以呢，这电视节目啦，还是讲媒体啦，吼、哦，报出来，请你来讲啊。结果伊讲的拢是中国观点嘛，但一般民众拢毋知啊，拢想讲这个台文所应该是台派的啊，结果拢要骗伊。好佳哉，拄啊好。我嘛伫台湾文学内底，拢知影遮个人，第几个吼是干神，拢知知个啦，哦，拢足了解，讲过啥物话，拢真了解啦吼，嘿，哦，是，是啊，哦，所以咱就讲嘛吼，就讲咱未来爱整顿着遮个台湾系数，互真正是有台湾心。真正是站在台湾的角度来去研究台湾的文学、台湾历史、台湾的地理的人，真正会当来出头啦。唔通拢互遮这拿刀得刺吼，伫遐甲你恶白食你的豆腐啊，摕迄个解说权啊。好，啊，过来，譬如讲啦吼，咱拄则讲到的吼，你讲政代就好啊吼，咱举政代做例吼。你看哦，因政大台文所的硕士班吼，因考试入学考讲着爱考啥？考国文呐、啊。伊国文是北京话哦，毋是台语哦。哇、哦，要读台文所讲着爱去考国文呐、啊，啊个爱去考啥？中国文学史啦。啊，你看有咱讲啊粗俗讲有正暗嘛无？哦，讲考要考台湾文学所，着去考中国文学史啦。伊讲吼。咱台湾人就受中国影响足大，所以学中国文学史。啊，若安尼照种逻辑，咱嘛爱考日本文学史呢，啊嘛爱考美国文学史呢，啊嘛爱考英国文学史呢，对唔对？啊，他唔考啊，所以伊头壳拢对中国个啊。哦，所以你看，入学考该阁考中国文学史，阁考国文呢。啊，等到台语唔免考，客语嘛免考呢。你看有限嘛无？啊，过来，因个博士班个毕业语文个要求，你看。要求英文一定爱哦，这 OK 国际语言。过来，伊讲爱有第二个外语才会使毕业，就是英文以外，你还佫学其他世界各国语言才会当毕业。啊，有本土语言无？无啊。你台语袂晓无要紧，北京迄个客语袂晓无要紧，高山作业袂晓无要紧啊。安尼讲，这叫台湾文学所的博士班呐、啊。你看有证啊嘛无？这咱袂输讲吼，你读日文系，但是你日文袂晓无要紧，你是日文系的博士。哎，用笑也袂笑。啊，你讲哦，你是莎士比亚的研究的专家，但是你袂用英语，你干拢看中文版的，安尼有合嘛无？这就是单方面因这款人所带台湾文学系数，就是这种戏啊，走进去台湾文学系数啊，哦，非常严重啊，哦。好，啊，过来，咱讲，咱爱过来设立这个海外这个台湾语文的中心。即卖人中国因为啥物孔子学院，咱含越南都有，咱越南也嘛有越南的海外中心，韩国嘛有，日本嘛有，啊咱台湾嘛爱有啊，哦，踮海外来推撒咱台湾的语文以及咱台湾文化，啊、哦，以咱台湾实力无问题啦，台湾有这个实力，是咱过去拢无看重家己啦，拢想讲啊咱台湾也无文化，也无安怎吼，对家己无信心。其实是咱台湾有这个实力，尤其咱看看，咱台商伫海外看偌济就好啊，请的人偌济就好啊。今仔日你也看，郭台铭也好啦，还是讲王永庆，人家子孙啊，伊若真正有台湾心啦吼，你若讲你像郭台铭伫中国听讲合拍着几百万的工人安尼，你若讲你会用台语的吼，我优先录取就好啊啦。你看偌济人拼命要来学台语。啊，你若讲会向咱台湾高山族的语言吼，譬如讲会向泰雅语哦，我咧加薪加10%，你看偌济人来学泰雅语就好啊，对无？台商伫海外合拍的项目嘛，几千万的工人的，你看台凊彩
像讲咱台商伫即越南宝成鞋业、宝成，迄嘛做名，凊彩请了几十万个呢，一个厂内拢几啊万人个越南个劳工呢。结果咱个台商拢啥，拢咧替中国人做工作，互做工作互中国人赚啦，拢咧叫工人着爱学北京话啦，吼、哦，啊叫伊翻译个着爱用北京话翻译个。今仔日你若讲吼，学客语的我优先录取，足侪人也学客语啊啦。学台语的我优先录取，嘛足侪人也学台语啊啦。你若敢，莫讲偌济啦，敢若一派的人来学就好啊。全世界咱的台商一千万，请一千万个啦吼。你若敢一派就偌济啊，十万人安尼。各位，若十万的外国人要来学台语，咱得偌济师资安尼？你看能创造偌济市场出来啊？咱即马真侪台湾学生寒暑假，会想要去美国，譬如讲去两礼拜，还是去两个月短期游学啊？啊、哦，看是拍工，还是讲去参加伊迄个语言课啊？吼、哦，伊迄种迄、那个 ESL 迄种英语课啊？吼、哦，我较早第一年去美国读册时阵，都开始英语嘛无好呢，我嘛读一档个英文课呢。哦，为什么遐侪外国人要去美国学英语？同款的道理啊，今仔咱也有遮个经济优势，咱能吸引真侪人来学咱台湾的台语、客语，也是讲原住民高山族的语言啊。你若一档若十万个，你茫想讲十万人少呢，十万人足侪啊呢。通常语言拢是小班制的啦，拢差不多十个人以内一班呐。你若十万个，等于着爱开一万班啊呢。一万班就当阁创造偌济老师，阁偌济爱偌济人去编遐教材就好啊。啊，迄无形中，迄嘛是展现着咱台湾文化，会杀上国际舞台啊！啊，所以呢，这就是拢有观念甲无观念俩。哦，可惜呢，咱有观念的吼，拢无法度做头家啦，无法度做干商啦。哦，啊，会当做甲大头家吼，拢无台湾意识呢。即摆台湾较悲哀是安尼哦。所以咱未来呢，咱用政府的力量设立即个海外即个台湾的语文的中心吼。啊，过去呢，包括民进党执政讲吼，要让台湾成做世界华语中心哦，讲 no 啦，迄毋免啦。华语回归中国啦，要学华语就去中国啦。啊，要学台语，要学客语，要学咱高山族的语言，才来咱台湾啦，就爱安尼啦。哦，咱台湾啊，你甲人争讲啥物要作为华语的中心，迄无可能啦，你也争袂过啦。各位，咱甲想啦。今仔我若要出一百万，互各位去学英语啦，吼！请问你要去美国学，还是你要印度学？印度嘛讲英语呢，但是咱听无尔啦，吼，听较无啊，伊迄一个腔口啊。英语嘛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呢。有要印度学英语的，请举手。无啦，啊是有人要去菲律宾学英语无？菲律宾嘛是讲英语呢。较戆的，用多才想嘛知。咱嘛是要去较标准的英语国家，譬如讲美国，还是英国，对无？同款的道理啊。外国人若要学中文，啥物人要来台湾？迄是古早中国伊若较封闭的迄个时代，你无多吸引，所以高不以中，伊就只有来台湾啦。但是若近代，人中国嘛拢开放啊，凊彩人拢嘛去中国，啥物人要来台湾？所以你啊看，为什么即几十年来？即个外国人来台湾学华语的比例，无像讲三四十当前遐济啊啦，愈来愈少啦。包括阮伫生态，定定嘛即个地呢，我去东南亚捡学生，譬如讲去越南捡学生，偏偏好即个学生，咱台湾嘛要有奖学金哦，但是咱奖学金可能较少，可能三千五千一个月啦吼。但是咱中国嘛要有奖学金嘛，尾下就去中国啊。即个案例已经几啊个啊呢？进前阮讲啊要发。奖学金给伊哦，嘛要给伊入学许可证啊。尾下伊讲歹势，伊要中国，因为中国嘛同款给伊奖学金。过来伊感觉讲，中国较是正统的中国啊。要学中文，伊就去中国就好。伊来台湾要创啥？所以咱就爱认清啦，咱是台湾人啦，毋是中国人，无需要改建啥物华语的中心啦。华语中心就是回归中国去吼。过来国民教育的师资的改造，即咱拄则嘛讲过吼，即个。师资拢爱重新阁进修，爱阁考牌，爱考会过，
哦，啊，那无就换人来做吼。过、哦、来，咱未来呢推动着这个十二年的国民教育甲大学的免费的教育吼、哦。啊，这个部分呢，咱未来呢，当然是讲，你若大学你有材料读，有兴趣读的啊、哦，免费互你来读。啊，过来就是讲，原地遮的这个十二年的国民教育呢。咱嘛同款吼，咱的规划是一般的高中甲高职嘛是拢爱有存在啦，啊、哦，袂当讲全部拢变高中，啊、哦，即包括即摆真侪人咧讲的吼，即、哦、几年来呢，咱即个专科的教育，吼、哦，还是讲专职的教育呢，拢用废读掉去啊吼，啊，所以变成大家人拢干那去读大学，啊，拢无技术，即嘛袂使咧吼，所以咱未来就是讲，根据学生你家己的兴趣，啊、哦，你若是手路较好的人。哦，你手工较好诶人，你着去发展技术诶即个就业，啊、哦，是发展技术即部分诶教育，哦，啊，你若是对着即个较抽象诶、较理论诶、较有兴趣诶，你着去读一般诶大学，哦，咱着是爱分开来，哦，即个学生咧有一寡即个选择，吼、哦，啊，过来，咱即个推动着即个幼儿诶即个学前诶教育啦，吼、哦。即卖即个幼稚园呢，目前呢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呢，幼稚园也毋是免费的吼，基本上爸母爱家己来出吼，所以呢，你也看生一个囡仔呢，也得牛奶粉钱，也得年母的钱，也得读册钱，莫怪遐尼侪钱吼，无人敢生呢。所以咱台湾人的人口愈来愈少咧，未来可能负增长咧，哦，啊结果呢，中国人会过来咱遮。斗高生呢，哦，生生斗济，啊，唔啦高生尔呢，因个咱干鸟鼠啊，一个牵一个呢，甲一挂即个亲情好友，呾食好斗小步，啊，都拢牵来台湾呢。啊，即卖伫中华民国体制下，伊个调工放遐人去卖呢。譬如讲啦吼，迄话足济无合理个制度，像讲吼，伊有一条规定讲吼，譬如讲啊，台湾只有老乌啊啦，娶一个中国某啦吼。啊，即、这个中国某呢是再佫嫁就对啊，吼、哦，伫中国嘛有嫁过翁，但是离婚过啦，吼、哦，啊后来嫁予台湾即个老乌啊呢，吼、哦，啊讲像这呢，即中国某呢，伊佮以前中国翁呢，佮前翁生囝，伊会当娶来台湾呢，会当无条件娶来台湾呢，啊娶来台湾佫无人近呢，去读册呢，读高中吼、哦。譬如讲，伊若要读建中，要读南一中，读高雄中学，迄种低志愿的素材景呢，免考试呢。因遮是特殊呢，毋免考试呢。咱台湾人着爱考试，拼甲开当去。因是互伊景呢，伊若要读倒通呢。啊，过来以前吼、哦，有限定讲十八岁，因遮前翁生囝，若十八岁，满着爱离开啊，袂使踮台湾。伊即嘛甲你开放啊呢，开放讲二十岁较早着好啊。为什么伊要开放予你二十岁？予你成年嘛，予你读大学嘛。啊，伊读大学你就知嘛，伊读大学就交一个台湾七大一个咧。哦，啊伊若较紧结婚嫁个吼，较紧结婚嫁娶了，伊就当因为结婚，所以就当阁正式留喺台湾啊咧。一条工个啊，啊遮遮济足济遮个内部个遮物件，伊也袂甲你讲啊，伊就偷偷做啊。所以伊只咧放人，包括吼。较早呢，比如讲中国时阵啦，过来遮，伊若要因家的人啦、因爸母啦、因亲情要来遮依亲吼，迄台个保证人，得爱有啥个保证，讲你得爱去当伊呢，即摆拢免啊。因为我有学生，因伫即个移民署内底做志工啊，拢甲我讲啊，所以逐工吼一大堆拢遐中国的遐新移民呢，拢咧替因遐家属、因遐亲情朋友咧办遐手续，要叫因来，啊，佫歹叫呢。敢那袂输做遐摆，敢那台湾因兜呢？敢那伊是主人呢？啊，甲遐个移民署个官人啊，歹叫呢？真正是安尼呢？啊，所以这就是吼，这反正就是讲吼，遮个足济无合理个遮个政策吼，实在是拢爱改。所以你看即摆中国某吼，中国新娘嫁来台湾偌济呢？三十万人呢？过几年就超越我们的高山族啊呢？哦，啊！你看迄落，哦，啊！那个大学生呢，生生的，啊！佮遐个人哦，你也想嘛？
啊，为啥国民党、中国党会放遐人去吧？啊，投票了，阮就铁票咧。包括你也看哦，过去是爱八档，爱足久才能摕到身份证哦。伊即嘛甲你变四档就当摕到啊咧，连档就甲你变两档啊啦。我讲，哦，啊，过来，我嘛是听一个学生咧讲，伊讲哦，各位，你若是譬如讲哦，越南人，若过来咱台湾哦，伊也选择国籍嘛。看你是要留越南国籍，还是要入台湾的国籍？啊，你若入台湾国籍，你啊，伊伫越南的户口就用挂掉啊，伊就算迁出啊啦。包括我嘛是啊，较早我才十几当前去美国读册的时阵，我的户口就算迁出啊嘛，因为我都拢伫美国过过哪当呢，所以我户口算迁出呢，就算用挂掉伊啊。结果遐中国人来台湾，伊户口免挂呢。伊直接敢若袂顺中国，即省走迄省安尼尔，伊是安尼，我刷去对安尼尔呢，伊拢刷来台湾呢。你看恶习也无呢，结果遮个物件，民进党个也袂迄个较差啦，吼、哦，是啊，足含个呢，足济咱无形中投投啊去予中国统去啊，啊伊慢叫中央配合面个啊，遮足济足无理个啊，啊因咱平时也袂注意着遮啦，啊，伊就无对这个无要伊啊！哦，不过吼，我想这是未来吼，这应该咱台湾政府真智慧来处理啦。啊，所以咱包括咱讲吼，1945年以前的本土台湾人，咱有这个概念，这是较正确的啦。袂使讲你卡袂掉，你讲我认同台湾，安尼就算台凡人，莫怪你马英九伊嘛凊彩骗骗的，讲伊是台湾人，结果咱就又骗伊啊！哦。要是要用1945年以前，你本身就台湾的，有台湾的户口，迄个是本土的台湾人，还是正港的台湾人，要有安尼的证书啦。啊，那1945年以后较来的呢，你爱申请，你爱经过一定的规划的证书，较会使啦。哦，啊，那无先哦，咱台湾怎来亲像特别西藏化同款啦？伊就放人去吧就好啊咧。早晚咱就你也看，以前吼、哦，咱去。去这个面摊，去小食店食，台湾拢嘛台湾人的头家，你若讲台语拢会通呢。欸，我发现阮即个台南吼，真侪面摊拢安怎，拢换阿拉噶咧，迄芳菜啦、煮面的拢换阿拉噶咧，拢换遐中国啊咧。有诶是过来食的啦，啊有诶都毋知安怎来，我嘛毋知啦。愈来愈侪，你后过你甲注意下看，啊愈来愈侪呢。即摆改讲台语，伊都袂通啊咧，咱来个换改讲北京话，所以我去着袂瘾去遐食。哎呀，即种咱就感觉咧无需要搁去遐食咧，对无？啊，即种你看，为只小小一个，你看，只地方开的一个小面摊，就愈来愈侪拢去中国化去啊！你看中国人已经翕啊偌济就好啊。哦，所以咱爱设计啊。啊，过来第八点啊、哦，咱爱提高即、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品质啊，哈，咱目前咱的大学的高等教育吼，迄个国际化程度还阁真有限吼，所以咱未来大学呢，咱分做四种类型哈，一个是研究型的，啊，一个是教学型的，啊，一个技术吼，技术职业这方面的，过来是社区大学，哦，啊，这部分吼，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咱的这个大学吼，看要咱来征兵。啊、哦，这部分嘛是爱有需要去做吼，啊，佮有一寡过去用中国号名的吼，甚物清华啦，甚物交通吼，即拢爱改名啦。即你拢咧佮人中国咧共名，对无？啊，明明你着念新竹，你话叫新竹大学啊，哦，也是讲要叫甚物大学嘛较有名，哦，咧号个清华，你伫国际上顶多互笑尔啦，哦。是啊，足济哦，足济校名拢要改啊。未来咱拢用台湾的地名，啊，无是咱台湾的过去的一挂先贤高人来号名啦，重新拢要改遮哦。啊，过来咱推动这个国际学术交流哦。啊，其中呢，就是咱这个台湾研究国际化哦，这拄啊配合着咱拄则讲迄个海外台湾语文中心，啊，佮有咱伫学术上呢，咱来推动这个台湾研究的国际化。一部分吼，第十点就是咱爱限制着这个中国的学历甲伊的学术交流啦吼。即卖呢，台湾甲中国的学术交流吼，有90%以上拢假的啦，拢是政治的啦。因为阮伫大学拢知影啦，迄拢是假借学术的名义来做统战的工课啦。
九成以上拢假啦。所以呢，未来呢，中共若是搁安尼吼，对台湾人啊，摕几千粒的飞弹咧，甲你对准的时阵吼，咱就无迄个义务甲伊承认伊学历啦，学历就拢卖承认啦吼。包括伊遮的即个学术交流，咱就拢取消。哦，你要承认，你本来你就是爱和平斗阵，大概是平官平大，较有可能嘛。然后迄个人甲你当作敌人，结果咱家己的即个中华民国戆戆咧，搁咧承认因的学历，唔呐安尼尔咧，因即卖足恶真咧，因即卖吼鼓励中国学生来，鼓励中国的老师来，你看看，即只马英九咧，伊伫选举前嘿，即只啥物货吼嘿，即个即只咧吼，你若选举前伊就讲啦，绝对袂予中国学生来啦，结果咧有啊，即卖有来无啊？来哦，我凊彩伫新大学，凊彩行就拄着中国学生啦，真正唔啦，唔是中国学生，就是中国学者啦，凊彩咧就拄着呢。啊，你啊看，伊佫甲伊讲啊，讲啥物六大保证啦，绝对袂予因奖学金，绝对袂予因啥，结果即摆佫改口讲，若无予因奖学金吼，无法度吸引着好个学生来，拢因个话，拢甲你应付应付啦，讲无爱来就莫来啊，啊无你稀罕啦，我踢着佮恁中国学生来。咱就吸引美国、欧美、日本这些好学生，你吸引中国的遐来做啥？对无？送你稀罕你中国啊？对无？全世界都毋是干你中国尔个，欧美、日本遐侪优秀的，咱毋去吸收。所以你看即卖足侪，真侪观光客，你也看，这伫即只的政策之下呢，你看，拢去招中国观光客，结果中国观光客一个来，日本人就不爱来啊。饭店原底人日本人做下来，观光地国人做下来，你看到你中国客来，足无水准，人就袂瘾来啊，对无？所以呢，咱太无就遐心思，你吸收欧美日本人才较好的人客，同款嘛。欧美日本遐好的老师学生足济啊，是安怎咱就爱吸收中国的？哦，所以呢，咱未来即咱要做限制啦，伫中国要无。对优先对待台湾，无放弃武力来侵犯咱台湾进程呢，这拢免讲啦，哦，这咱拢啊做一寡限制吼。过来第十一项，咱这个推广教育甲终身的学习吼，这部分嘛是同款，就是讲学习呢，唔是干那讲少年囡仔的代志呢。我较早伫美国读册的时阵吼，我读破，阮同学内底几啊岁吼，拢做阿公做阿嬷嘞，伊嘛过来读呢。伊个话是做传教士，去非洲、去南美洲吼，伊个传教啊研究当地语言，吼、哦、啊了呢，伊过来即款遐摕一个博士学位，人做个阿公阿嬷嘛是过来伫读博士呢，啊、哦，伊感觉有需要，伊就来啊。所以咱未来嘛是安尼啊，啊、哦、就是讲，唔是干那少年人较读，啊、哦，爱互伊豆豆就讲，你读册读完了，你会当先去食头路，食一阵嘛，有需要再过来。随时欢迎你来，咱有较变通的制度啦，唔是像即卖制度足强的哦，足强、足僵硬的、足僵化吼，拢无即弹性哦。过来第十二，哦，咱即个身心障碍者哦，甲即个发展较慢的即个人的受教权呢，啊、哦，咱嘛爱甲保障啦，因为咱即卖足侪拢较注重着即所有的自由生啊、较高的遐学生俩。但是对着这些身心障碍发展较慢的人呢，咱嘛爱发挥。其实因拢有因的专长的部分，只是咱无去甲发挥出来，无互伊发挥的机会。所以这部分咱未来嘛是应该爱注意。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提供着这个新移民教育机会。咱这十几冬来有真侪来自东南亚这些新移民，啊、哦，菲律宾啦、越南啦、泰国啦，哦，啊，这些新移民呢，当然呢。因为种种关系啦，吼，因为去出来的人嘛，因为伊的经济因素，这个背景教育程度嘛有较低小寡，所以伊出来到的呢，嘛相对大多数拢可能较中学、小学毕业的。啊，这呢，咱未来嘛是爱给伊教育机会啦，吼，就是讲，给伊会当过，伊若想要读册，会当过去进修，吼。啊，这部分呢，咱过去拢想讲。啊，遮个人呢，可能造成咱台湾的教育的负担吼，拢干负面的想法，其实无一定是安尼啦，啊、哦，就从换一个角度来讲呢，譬如讲越南人，伊对越南了解啊，伊会当真做咱未来台湾甲越南
国民外交的一个桥梁嘛，啊，是讲你菲律宾呢，吼、哦，嘛当作为台湾甲菲律宾的国民外交的桥梁啊。安尼一方面，咱台湾有外交人才，嘛有足侪外语的人才啊，这对台湾是加分的。咱应该好好运用着因遮的，善用着因遮的。会用一个部分，唔通拢干想着讲啊，伊这来伊也袂晓保保姆，啊是要怎教囡仔读册，啊袂晓保保姆太要紧，反正保保姆都要废除啊嘞，对无？哎呀，所以咱过去拢用迄种大中国个想法啦。哦，讲这外籍新娘安怎安怎安怎，哦，无一定是安尼，人嘛有人好个，人讲买买买嘛一步踢嘞，人嘛有一支草一点路啊，人嘛有伊个优点专长，只是咱无去发觉着，无去注意着尔。咱未来咱就是爱注意着遮个人。然后啊，互伊受教育的机会，哦。好，以上呢，这就是咱目前咱初步规划出来的这个教育吼、哦，未来的这个方向吼、哦。啊，当然咱未来嘛，佫需要咱在做正一个中心，吼，甲咱斗三工吼、哦。啊，这是咱先提出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吼、哦。啊，若有啥问题，咱等下再佫讨论吼。来，再讲下。哦、好，真好哈。第二问题，第二问题，我安拢是行政班参与班的呢。啊，我讲即摆若要讲用台语问咧，公文来拢台语问啦，啊，唔知影大家有捌唔捌咧吼？读无咧，啊，读无着就即摆在中国式个拢转音啊尔啦，后摆即大家拢是主管咧拢转音啊尔啦，啊，唔知影你人要写哪货啊，不转音啊，啊，我是讲这个。真好哈。咱未来咱是多语言的政策，未来是多语言的政策啦啊！官方语言不一定只能有一种，咱来摒弃这种中国式的想法。咱拄则讲啊，人即个菲律宾嘛，几啊种的官方语言啊，啊，印度伊的官方语言嘛，几啊种，二十几种咧，啊，包括你像像欧盟他们也是有多语言呐、啊。所以呢，咱未来台湾嘛是要行多语言的，譬如讲。英语是一定爱的嘛，哦，过来台语嘛一定爱，伊嘛是足侪人诶，啊，过来客语嘛有需要啊，甚至原住民，譬如说有关原住民的议案，哦，或者是这个公文要到原住民的，我们就要把它翻译成原住民的语言，要多语言的政策啦，要这样的话呢，至少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创造一些工作机会啦，譬如讲维拉门工，有的人可能会讲说啊，我学这个泰雅语干什么？哦，啊，我学这个卢凯语要干什么？至少如果说，哎，我们多一些翻译的机会，至少他想学呀、啊，要不然啊，我这天学这个语言只能跟阿公阿嬷讲，无路用嘛。所以咱未来官方语言应该是用多语的，啊、哦，德语的方式啦。啊，到底德语要几种呢？咱会当根据无同区域，譬如讲全国性的，啊、哦，就是全国性一定拢爱有的。啊，个来区域性的，譬如讲你若伫美浓地区，啊，美浓的客家人比较多嘛。咱就用合法这区域性的官方语言啊，对吧？啊，你若讲是新竹尖石部落原住民泰雅语比较为主的，咱的迄个地区就以泰雅语为主啊。所以咱有分区啊，用分区安尼概念会较好些啦。啊，嘿，嘿。啊，同款多语嘛，啊，公文同款德语啊，啊。比如你一个文，你像欧盟同款嘛，伊公文就是多语言的啊。譬如讲，你有英文对不？你佫有并列台语啊。啊，你这个法案呐是甲，譬如讲甲客家有关的，你佫加一个客语的版本啊。你这法案呐是甲高山族关的，你再佫翻译做高山族的啊。就是同时并列啊。你公文嘛同款啊。啊，你讲的这个问题是过渡时期，譬如讲台语你暂时看无嘛，这是过渡时期。所以咱过渡时期，咱的。开办相关的研习嘛，啊、哦，譬如讲三档五档，互你学，啊，若三档五档学袂起来，表示你这嘛免无需要做啊咧，嘛无需要做公务人员咧，换人做啊，足侪人要做个啊，对无？啊，所以过渡时期还过渡时期，嘿，所以今麦大家开始学啊，有啦，啊，咱今麦有咧规划，啊，咱台湾今咱嘛有咧规划一挂台湾语言研习，咱来分成台语、客语以及高山族语，会来会慢慢的来做这研习。迄真紧啊！以台语来讲咧，
你若参加一期三工两暝演戏，保证你就会晓啦，无遐困难啦，只是过去咱拢无机会通接上尔。哦，遐你若有人甲你讲三工两暝，就拢无问题啊。好，来最后一个问题，好来。未来咱拄则讲的啊，哈，咱未来即个台湾语文是爱行罗马字化啦，吼，因为原住民就没办法用汉字书写啊，原住民就一定要用罗马字嘛，罗马字迄嘛是未来哈，咱用罗马字化对各族群来讲是较方便啦，吼，所以咱未来台湾的方向是往罗马字的方向来行，就亲像越南安尼同款，吼，好啊，咱因为时间有限。那有出面，咱等下用餐的时间再过来开讲哈。无、哦，咱这节课先讲到这哈、哦，感谢大家。请起立。今日，各位请稍等。各位女同心哈、哦，咱食饱哈，